我这边开了哦，嗯，我也我现开在了。我开静音，你们声那好音，的，那我开静音。晚上好，哪个字啊？嗯，先关个麦啊！现在联动，所以没办法打招呼，很抱歉哦，抱歉抱歉。小小子安，白鸟安，多多安安，雪莉雪莉安。其实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哎。吼吼吼吼！干嘛扔垃圾下来？你呀、啊？不是你不是你不是唯一的女角吗？你再说我拼的人名是垃圾，你给我道歉哦！丢另一边啦、啊，走开啦，烦死了！来人，垃圾啊！快好了，快好了，快好了。好了，我弄好了。我想说无聊啊，没事。你完蛋了！我不玩了，我不玩了，你们再找一个吧，你们再找一个吧。再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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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了。你这人怎么这么狠啊？哎呀，都是不小心的。我不信。哦。因为有东西就往下丢。快快丢光，快丢光，剩下几个沙包跟几个套圈圈的。这沙包要怎么玩呢、啊？它其实是类似冰壶，就是要往前丢，可是它有点不滑。我的画面翻新、哦，我怎么了？那个东西发生 bug 了。他、啊、怎么了？他们在不自然的抖动，全部叠在一起了。哦，很正常。那时候我在看别人摆的那个摄影机的时候，也是狂抖。哦，哎，小迪也好了吗？我都好了，都好，在等大家、哦。你们应该每日任务都没有解吧？没有。那我们就玩每日任务的地图吧。我连每日任务是什么都不知道。
哇，我番茄好懂哦，哇，我有什么？哦，这张哦，对吧、啊？这张，你们看，中间嘛 ，OK。什么目标？都开始了。哦，没有啊，这哪有什么每日任务地图？没有，每周，他们每周都没解。哦。嗯，我看一下，你要带我玩欸？没有啊，欸，你55你也太快了吧！我很努力欸，真的欸，我才等级4，这就很明显，你每周没有解啊，解、哦、了每周之后等级直接16、17等。对啊，那我们地图就选每周任务的那张图吧。好的，第一个嘛，绿色没有那个绿色标签的那个哦，有看到，有了。啊，然后难度就专家吧。他难度啊，你要用他的那个呢挑战模式去玩呢？哦，只能用挑战吗？不然呢？哦，那哦，那吴建，你帮我把那个难度改成挑战就可以了。挑战？嗯，对，他有个难度是挑战难度，他这挑战难度有点搞人哦。哦，他鬼走很快哦。啊，上礼拜很上礼拜，哎、欸，这次每周没更新，哦，还是吐、哦，看一下，嗯，哎、欸，对啊，鬼更来劲啊，没错啊，哦，对对对，你挑对的，鬼很快，没关系，对，上一版的鬼慢的可以跟他慢慢跑，哦，我连十字架都买不起。嗯、没关系，他们装备会帮我们付。哦，这个是免费的，这个是哦，这个模式是不用钱，嗯、你想怎么死就怎么死。还高级的嘞，哦，二阶的，好了，可以进去练习。可以，来吧。然后他的猎杀，这个模式的猎杀会连续猎杀，所以如果大家是缩在一起死一个人是一起死。哦，不会说杀一次就停下来了。对，很快哦。吃过很多亏。就你白痴冲出去引鬼，还说我牺牲就好，结果我也死。那是个意外。来了来了来了。好，鬼房。好，二楼。哎，电闸房。什么？啊，二楼相机。嗯。啊！现在你这个手电筒，你要先打开它，然后要按住。靠腰，你是番茄不理你了。而且我的画面要按哪一个键，它才会卡的？右键、啊、T， 右键一按一下就好了。T， 哦，是 T， 好。嗯。你可能用键鼠用完之后，你会回不去摇杆。会吗？哦，你是用手把玩哦。他之前是用手把玩，但是我的手把今天。不听使唤哦，没事没事没事。咒之路是塔罗牌，好的。等我一下哦。哦，他有问咒技是要按着哦。按一下之后要按住蓄力，他才会有。那。我把游戏声音开大一点好了。嗯。哦。开门声应该是楼上哦。楼上吗？应该是，等一下哦，我在找。通常现在开店了之后啊，只要低于五度以下就会吐烟。啊、那个就一定是鬼房哦。欸，小迪上次不是有教过吗？哦，有，我还记得。哦，哦，还是你是很配合我在哦。啊，对，谢谢你的配合。啊，没这么会呢。啊，谢谢你的配合，不像番茄。哎、欸，我也很配合吧。不不，嗯，有啊，我知道啊。我有给一点犹豫的空间吧。犹豫啊？不在二楼。对，没有哎，对不起。嗯，哎、欸，那个，我是不是其实没有按到啊？你现在手上拿什么？温度计吗？摄影机。按右键。我要怎么让它变
夜视模式啊，右键啊，不然就是那个摄影机本身它不没有它的右键，嗯，我按右键就直接打开跟关掉而已。哦，对对对对对，它就是这个功能。你现在就是夜视啊，你现在夜视。哦，哎，我这里，我这里，我这里，在一楼。一楼吗？好嘞，一楼。好，走。这附近洗衣间，隔壁，洗衣间隔壁。哎，是我错觉吗？我觉得跑步很短哎，为什么这样？这游戏角色的体力都很差。他们体力很差。哦。他们跑一下就累了。对啊。因为本来就这么差吗？这间，就这么差。没错，就是这么差。本来就很差。好的。哦，我教你怎么用那个透明盒。嗯。高高。哎，我先把摄影机丢在这里好了。嗯，你可以架一个好位置看领球。对，但是我忘记带脚架了。没事啊，你可以放在桌上，先按 F， 然后移动你的左右键。好。嗯。怎么不起来？放东西是按 F 吧 ？F 对。OK OK。嗯。哦，这样子。OK OK。哎，这样什么？好了。闹鬼吹过。会这么早出现？哦、不像是按。要关灯才能用，要关灯才会理你。好的，我忘记这件事了。所以周挑战的关系才比较跑比较慢吗、啊？哎、欸，那、欸、谁关的？五级，哎、欸，五级写字，嗯，哦，太快了吧？等等，刚番茄是你关的灯，那关的门吗？我关的。你干嘛关门啦、啊？给他一点独处的空间啊。二楼电话响了，哦，一楼电话，一楼啦。等我一下。5级，真的是5级吗？确定哦。5级回应，他回应了。5级回应，魂魄。5级回应，然后笔记。快了吧？今天任务是什么？我有靠腰，对不起。等一下，好，等我张嘴，我张嘴。怎么了？5级，没有，我的观众吓我。哦，好啊，原来是这样。我要去吓小弟。啊！我再点那个，一次低于20。哎、欸，怎么了？这个是什么？盐。这个圆形的这个。那个盐巴，骨灰罐。盐、啊。现在盐长这样。它的盐，哎、欸，你去撒很好玩。哎、欸，好，你把这丢掉。嗯，平均你是低于25哦，先不要喝药哦。啊。我每日是一次降为零诶，天哪！哦，零，那很快，那很快。可是感觉一定会死了。嗯，盐现在怎么撒 ？F 按 F， 对，地上按 F。哦，好。为吹蜡烛了，然后降理智。哦。你对着地上按蹲下按 F， 西式蹲下。哦，对，是很长一条。这么长一条？对对，这是二级的，这是二级的。哦，关店长，我去看。不是关店长，他哦，救命哦！现行，没猎杀，没猎杀，不是猎杀，没猎杀。救命哦！没有十字架断了，我要走。哦，好危险！哦，蹲在闪了。有没有照片啊？有没有要拍个他、啊？可恶！他是不是在猎杀了？他没有没有，他现行现行。没关没关没关关。对对对。哎、哦欸，骨头是没找到。就没有啊，刚才在努力找。他走了。救命哦！现在谁理智最高？打屁股。哦。哦。是谁？等一下。哦。哦呦呦呦！哦，猎杀了。真的猎杀，真的猎杀！出来了，谁在里面？没人。番茄，我，番茄要去了。你是要死了？哎、欸，你关灯，你要关灯，你先关灯。你死掉了。关了，我关了。你死掉了。对，他在二楼哎、欸。他走到二楼来。哎、欸，等一下、哦、魂魄是不是会瞬移啊？记得没错的话。
他会穿墙吗？哦，我的理智已经不是是瞬移。那那好，我们走了啊。那我带熏香，我怎么不点了？上啊，小迪，你的理智啊，我太高了，等等等。我进去就好，进去就好。不然你进去一下下。在车上太久了。刚刚有一瞬间，好，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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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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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任务解完啦，地狱25啊。好，走喽。都选好了吗？嗯。好的，我刚其实没看到五级啦，但是我听你们讲，我还没选啊。等一下，我点，还可以开门了，没事没事。吓死了，还好还好。我忘记了，等我一下、哦。魂魄嘛，是魂魄嘛？好，那也不用选了、啊，他一开始就是魂魄嘛。对啊。哦，对，那可以。刚五级谁说的哦？是手。我。好。好，被中。没事，我有看到五级，可是。怕你看到四级啊，四跟我的有点像。哦，有时候闪一下会橘灯跟红灯。哦，那怕是怕这个。197块。耶、哦，有啦有啦有啦，对对对对对，没错。继续。可以呀、啊。哦，对哈、哦，这周鬼跑超快的哈、哦。对啊。刚刚就讲了，鬼很凶，鬼很凶。忘了你忘了刚刚拼安妮的字啊？你把它毁掉啊？现在又忘了，现在怎样？不是意外啊？不就还好我有拍照？对你连毁掉都拍，还好我拍照前啊，毁掉之前有拍。那再来要选哪一个？一样的关卡，一样吗？同一个关卡。要打三回合，要打三次，你的经验。要打三次，所以挑战模式是继续这样的。好对 okay, 好的，来吧。刚刚让他们抽塔罗牌的，赚一下那个塔罗牌次数。嗯，你啊，哦，你是说游玩古诅那个诅咒之物、哦？诅咒之物是不是啊？哦，万一他们死掉啊，没有钱，没有经验。他的抽牌在里面抽之后马上出来哦，没有来不及关哦，会来不及。现在速关门速度超快哦，怕啦，怕说他们来不及啊。谁上厕所去啊？谁？嗯，我不是我刚刚好像听到小迪要上厕所。没有，我没有这样讲。哦，我番茄又你。哦又我，我怎么了？哦，哎，同一个电房哦。我去。但是破锁到现在还没修吗？哎，黎明。太好了，来开始习惯使用键盘，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不是，他说开始要习惯使用键盘，还是已经习惯了？开始。对啊。哦。厨房，厨房，厨房。这么快。嗯。他丢东西？没有啊，丢东西。哦，安全。确定啊？先量温度啊！我去找骨头跟其他东西。喂，你去楼上有没有顺便看一下是不是那个啊？召唤阵？没看到哎、欸。嗯。如果我没眼瞎的话。现在几度？这边几度？我看一下、一度，12度。那可能不是这哦。可能不是这样，可他搞不好只经过这而已。外面18，谁关的灯啊？嗯，在这里，这里我看到附近，吐烟。等一下，把赤鬼关掉，赤鬼化掉，不会是赤鬼。刚刚谁被哈？谁很明显被哈？我这边被哈，我大概在这个位置被哈。好，你等我一下，我去看你的理智有没有扣很多。如果扣很多的话，可能是幽灵。哦，这边19度超高哎。对啊，20超高。还是在楼上吗？上司，那个楼上看看呀、啊。还好，班前你怎么理智这么低啊？哦。还是其实是哈番茄，可能是幽灵。没有，不是我。好，幽灵放在重点观察的位置。嗯，囧高哎、欸，还是鸾魂？鬼魂事件？他
在哪里啊？光明板哦。黑影，黑影是谁？忘记了。光明板在哪？在客厅。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房间里。对，那个有两扇门的房间里面。对。哎、啊，你没玩？哦，算了，我去拍。原来我没有拿手电筒。哦，你很有嘛？很黑，黑到爆。想奇怪，怎么都不会亮。楼上温度都很高哎、欸，我觉得应该有没有可能就是那里了？就刚我们有量到十一十二度那里。哎、欸，它可以回应所有人，所以等一下可以拿通灵盒问问看。嗯，好，我拿来了，在哪边问？不知道，还没找到它的位置哦。等一下，不对哦，不对哦。嗯。这里打，对我死了，我死了，所以我现在要躲起来吗？能的话，连续杀。吴建，你刚在玩通灵盒吗？没有，我才刚要走进来而已。我在车上，我回去拿手电。好，你看一下，那你看一下，现在我们理智多少？现在还是你刷吗？是43。对，还在你刷。番茄也死了，我也死了。刚刚我看还有60几耶，等一下哦、喔。还在刷吗？还在刷吗？对，还在。还在，我没地方躲。我跟你讲，你躲在哪？二楼吗？然后对，二楼风瓶后面。你不要打开灯，不要开电子产品，应该都还好吧？是不是结束了？我看一下，还没，还没，还没吗？还没，还没。摩洛伊还雷鬼吗？雷魂吗？哇，这个也太长了吧！很长哎、欸，他杀好久啊。还在杀吗？还在杀，还在杀。那我跟你讲，听到我跟你讲，这是谁啊？这场好难哦！哦，来了，完了完了，我要死了！啊，你也死了？没有，我准备要死了啊！我感受得到，我闻到死亡的气味啊！没了，哦，没了吗？没了没了没了，快出来快出来！有25秒，25秒不够。我走不到下去的路哦，有。太可怕了。是啊。哎、哦，有了出来哦。怎么办？危险哎、欸。我觉得他刚提早猎杀哎。很早哎、欸，很早，真的很早、嗯，而且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个厨房那里啊。对。我刚感受不到，就那边11度。可是这个，我那时候是训练要听那个鬼的脚步声啊，可是太快了。哦，而且刚刚好像是黑影，又不是黑影哎，怎么办？等一下哦，推理时间、越来越专业了，对，连一个证据都没有，天啊！哎、欸，对啊，我那边有放书啊什么的，可能如果去看的话，应该我有放，会有一点摄影机。哦。那怎么办？我们嗑药进去会安全吗？要50以上啊。如果是很早猎杀的，可能要喝到60以上。那反正就是，反正那四瓶你就把它干了吧。你们两个就吃啊。可是它是慢慢回哦。所以先吃一罐，然后回完之后再吃另外一罐。好，这起来。吃东西是按右键吗？对对对对对。好，香蕉鱼，有点慢慢回了。哦，有点。谁呀、啊？摩洛伊吗？老弟，你要吃两瓶。好，我觉得我会死掉。啊，吃番茄吧。好，没事。摩洛伊，我看一下。摩洛伊。哎呦，60以上了，我们出发吗？哦，哎呦，你拿个十字架好了，会不会安全一点？我记得我死掉的地方好像有一个十字架掉在那边。所以你们刚死掉，觉得他在哪个位置啊？厨房，厨房，刚从厨房走出来的，对。好，厨房那时候灯是开的，所以距离梦魇不可能。
公布现在安全吗？他不会杀我们。嗯，你们理智现在多少？我看一下，我去看，我去看。60以上。打电话、啊。厨房在哪里？有点忘记了。刚左前方71可以。你友善吗？你几岁？厨房冒白烟了。对，就是这里。好，空灵盒他不回我。在这里没错，七度。我再去。十字架有丢进来吗？不然会死哦。十字在我的尸体那边，在客厅呢。我卡了。左边那个。是这个我，这个不是我。左边。这个左边。左前方，不是这个，这个。十字架，你的位置很难捡。啊！归来了，归来了。这是猎杀，这是猎杀声音。哎、欸，超快啦，屁啦！哇，死了！完了，完了，完了！太难了吧！他在地上爬、欸，我死了！啊，死掉了，连续死，连续死！那个雷魂摩洛伊吧，完蛋了！太强了！我猜看烧灵猴了，不用猜啊，猜不了了，对吧、啊欸？太难了吧！恶魔啊！哈？哈？难怪这么凶！啊，他，该不会是直接触发任务？天哪，他有隐藏技能啦！好，只剩一点点钱了，12块。啊，没事，反正我们没有出装备。对啊，对啊也是。哎、欸，难呢，这怎么死？他很快哎、欸。哦，因为他我哎、欸、上一次是鬼是走很慢，啊、可是这是鬼走很快，我们走很慢，所以太不愧是挑战模式哎，他好快哦。没有，上礼拜的太欺负人了，太欺负鬼了。他说鬼是被耍着玩，就是换鬼耍着我们玩。太欺负鬼了，上周。所以说不要惹鬼生气。哎，怎么刚刚那一间温度起起伏伏的啊？好气哦。嗯，让人很琢磨不定。对啊，害我还跑去找其他房。哦。点砸。好，1楼。下雨的声音。你知道下雨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吗？啊，你不知道。你说温度会很低还是？对，温度本身会偏低一点。嗯，不要下雪就好、哦、下雪是你在室内都会直接吐烟。开了。哎、欸、有开门声。在那边哔哔哔。哎、欸、这边九度哎、欸。等一下还没，因为刚开灯。哦，好，要等一下。对。还没那么快。嗯。这边。还是很低耶、欸，所以可能在外面在下雨吧。哦，有可能。我有点痛。哦，对对对。它灵泉跟以前一样吗？对。嗯。因为改版之后，我都没有看到灵球过。又是可以回应所有人的鬼，不会他说谎。可是刚刚证据可以回应所有人，还有没恶魔骗子？他没回我。哦，不是，刚刚恶魔的证据没有通灵盒，理他。然后又可以回应所有人。那我问了一个理智的，看一下我扣多少。啊，我问的时候应该叫你们在车上看。你问了吗？我问完了、啊。哎、欸，番茄，不然你，我问吗？等一下，我怎么扣的这么快啊？已经60%了、欸，哎。嗯哼，你要跑去玩什么啊？通灵盒啊。不是通灵盒啊，问一个扣15。二楼。没事没事没事。在哪里？4:08。二楼左手边吐烟。好。右手边。啊，右手，对对。你就在这里了吗？没有用的房间记得关灯哦，不然会
跳闸哦。哦。我跳有被他。谁被他？我。好，继续待着，我回车上看。我在车上。你又不会看。你看无界的理智。他七十五。跟我们差不多。我用通灵壳，他不回我，那我就关掉了。哦，下雨就有点小卡，看一下。嗯，我还好哎。嗯嗯嗯嗯。我有架摄影机了。好。我去放点阵。想想什么呢？在鬼附近使用熏香，灵球了。好，你满足了，你看到灵球了，终于。我还有什么要拿吗？再拿一个十字架上去。我十字架那边没有放一个，好，你可以再放了，没关系。也让我陪玩。你还玩收音机？有点，哦，开个灯。来了，鬼附近使用这个。你也进去再。哦，为什么会这样？鬼魂事件。哦，还没拍到。好的。另外一个我放里面一点好了。会。嗯，哎，很香。嗯，熏香也使用了，用运动感测器。あ、ピッチしてください。どこにいますか？是什么吗？我在采盐呢。哎，没有没有，你要关灯。你要关灯，你又开灯了。哦，没有，我是想要。哦，直接按有没有激怒他？那你直接按右键，然后点选那个选项就可以了，不用真的讲话。他没有开那个吧？有，我不是用通灵盒。他是那开内麦的呢，哥哥。对对对。嗯。等一下哦，开个灯。耶，不没反应。拍照。有没有指纹呢？哎，头那个点那个那叫什么东西？点阵。有啊。有。刚好看到一个白白东西过去。啊！灵球点阵都是很凶的鬼哎。很香。证据，灵球点阵，差一，所以我还差一个证据嘛，就知道了。对的，嗯、好的。对啊，这两个，哎，每个都有。嗯，很香。这个温度计为什么我看不懂？它跟以前长得不一样。你要按着，按住啊，按住右键。哦，要按住啊。没错。嗯。哦，现在也不晓得有什么可以用的了。哦，负五点三。啊，那就刺骨了，撤了，幽灵。哦，刺骨了。哦，好的。刺骨喊问，幽灵，好了，快出来吧。哦。地板怎么会挑红线？点阵投影他出来是白色的人吗？什么白色人？有轮廓的人啊？左侧，啊，我有点怀疑了。鬼魂，有，我看到了。那就好。你解开我的疑惑，你真棒。不要。哦。
幽灵吗？哎，多看一下。手电筒可以先关掉了，按 T， 不然画面很亮。嗯，来看一下。其实点阵吗？对啊，看一下番茄，不确定。哦，你刚不是解开我的疑惑了？我没有骗你的。哦，有吗？嗯，四个人盯着一台荧幕，还好吧？运动感测器，嗯，我教你们怎么按，就是你们用滑鼠中间的圈圈有没有？啊，滚轮，然后戳右下，戳右下的那个箭头，左键右键，要停下再点一次，你们点点看。哦，居然，哇，这摄影机变得很方便了。对啊，这样可以遥控哎。哎，不是点滑鼠啦。啊，嗯。是点画面，荧幕，荧幕右下角的左边跟右边。哦，哎呦呦，点这个，哦，对，看到了。好，那就是你们点这个。哦，对对，可以改啊。如果要停下来，就再点一次同样的位置。哦，好了好了，走吧。方便哎，这个好方便哦。太好了，它荧幕进化成触碰式的，高科技。因为这一次的更新，鬼会把那个摄像机推倒。哦，装回去再装，再架回去。对啊，越后面的那个三脚架越重，还是说鬼越不会撞到？哦，还有这样子，对，酷哎，495，没错，哎，棒耶！啊，还要再一次吗？嗯，看无界的人就知道啦，他突然飙到十级的人就知道了。啊，我小弟也没解啊。对，好像没有那样，没有没有没有解。好 ，Go Go！ 因为最近跟另外一群玩师玩，只有一个证据。哦，对啊，我们剩下是要看鬼的特征跟脚步声。哦，这样很难耶，脚步声会不一样。对的，有些鬼是看到人后脚步会加快啊，有些是本身就很快啊，有些是本身很慢啊，有的是温度越低越快。哇，太高难度了吧。对，所以在隔壁训练。但是这个模式没办法，这模式鬼走太快了。嗯，我刚才想听就发现不对，他走得有够快，一般的鬼。我先等开那个嘛，店长。对，可以多看看地上看有没有骨头，我听听附近的声音，有开门声、关门声的。那个魔法正在二楼。好，我搞错店房，那个店长位置。我开了。好。那等下你离开这间，你就是要把灯再打关掉就好。又是下雨啊！骨头你在哪儿？嗯，我是土岩了，我在一楼。哪里？还不确定。在一楼吗？你哎，对对对对，一楼我开灯这间，就是刚刚洗衣房左边。我跟着光亮，跟着亮光走，跟着亮光走。有看到。好，里面进去左手那一间，我去拍那个五芒星。好的。嗯啊，这是我开的，左边。喂。我先关灯，然后用通灵壳一下。那我先出去。哎，小弟先不要进去。好好好，
看几岁？等下测试完之后再进去就好。嗯。他不回我。换人。好。换人。先放一本书。我把丢地上了。好的。换人试一下。试看。没有回。去拿其他东西。啊，都没回，都没回。换我。好，放地板，我等下过去。对，地板。你摄影机其实可以放后面一点。哦。镜头没用。哎，搬出去了。摄影机的话，没有看到灵球。哎，没什么动静哎。太好了，嗯，Where are you？ 你怎么是用那种？没有啦，他刚刚突然现形了。啊、然后嘞？我没看到他人啊。他是现形还是哈尼器？现形。哦、嗯，去点个，哎，有人点蜡烛了吗？还没。好，我去点蜡烛。好。这边怎么没看到 EF 啊？在门口啊，哪边需要 EF？ 哪边需要 ENF？ 哥哥，就鬼房啊？啊哪边互动啊？你跟我讲啊！点了。负的好，韩文。好，韩文。小心指纹跟笔记就好了。好，你要怀疑是不是恶魔是不是？跟他们讲一下啊，因为恶魔是无视理智猎杀。嗯，没关系的哦。你几岁？你几岁？捕捉鬼的照片。哦、嗯，成功逃脱猎杀。天啊！啊！成功逃脱猎杀，我不敢想。嗯，你陪他们，我去弄东西。指纹的话，目前没看到，我用指纹灯照，没有看到有指纹。嗯啊，然后现在脚印踩过的那种鞋印都算是指纹哦。哦。对。他没有踩。嗯。你蜡烛都不吹，奇怪。有啊。嗯，没反应呢。应该这间没错嘛？哦，我可以先往二级。二级？嗯，不知道哎、欸。蜡烛是吹了还是他自己洗了？我看看。应该是吹了，吹了，吹了。好，有吹有吹。嗯。窗户门都没有指纹。哎、欸，你们要回来吃一下药哦，都已经要猎杀了。好好好， okay. 我先帮你们吃好了。好，去。嗯，啊，什么鬼啊！啊，你们走之前没关灯哦。哦，没事，我去。那我去啊。你没吃药、哦？我吃了。哦。再加一台摄影机。嗯。哎、欸，你走之前顺便看一下那个心电图有没有很活跃。你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好，完全是，完全没有、哦，嗯，没有波动，这鬼很烦哎、欸。哦，彩岩呢？所以彩岩，赶快照，赶快照，哎呦呦呦呦呦，
不是，有紫光，有紫光，对对对对对。哦。恶魔汗魔。紫光恶魔，他比基了。如果比基他没有。哦，然后这版本再讲一次，就是每个人拍的照片是独立的，所以可以一个研发才过四个人一起拍就有四张照片。哦哦，可以，那相机，对我丢地上了，丢地上了，拍起来，拍了，按右键拍没错吗？哦，没错，也可以拍一下，这个也可以拍，这个有拍吗？亮亮，我来哪一个？这一坨。哦，你混哦。没灵球嘛，对不对？嗯，好了。哎、欸，有，他这边又踩了。你看脚印，看这边这个，有看到吗？哦，有，我看到。对，这是就是这个开始都算紫光了，这也可以拍。哎、欸，不见了，拍慢了。不见了。赚钱。嗯。哦。好，你们出去，我问问看。好的。它的活跃度还是零。哦，没什么反应。对。没道理呀、啊。不可能是暗影的啦。嗯。你点阵不用看了。零球也没有，对不对？对，我加两个摄影机都没看到有灵球。回放开这吧。负八哎，很冷哎、欸。嗯。还是摄影机要再换个位置。好，我看看哦。这里嘞。好，我看一下哦。找到吗？嗯，一样没有看到灵球。对啊，灵球点阵不用看了。我想要点阵。那这样先开灯。我们理智现在多少？我看一下啊、哦，现在平均四十。哦，是不是有点危险？平均四十啊。嗯。侧楼。小迪跟繁星都二十。啊，感觉会死掉。怎么那么快？嗯？感觉恶魔是可以解除吗？欸，不一定哦。我呀呀，除非是你魂发动了那个啦，幽灵的技能。可是刚刚没听到哈气什么。但灵球也没有、啊哦。很活跃哦。谁没关灯？哦、，Hello， 为什么关灯？你、欸、看我只我你最后出门的哎、欸！啊，我去！你要不要带四目去啊？也好了，我在推哦。那、欸、你进去没死的话，顺便看一下笔记本啊。哦哦，对，可以看一下。这个圣木真是我觉得不会有灵球啊，就差 EF 了、欸。帮我注意一下那个活动哦、喔。EF 也都没有叫哎、欸。对啊，我进去，帮忙看那个就好了。好的，交给我了。实习哦，四级。我四级。那个啦，它的反應心电图哦。强度四级。你走什么？其实没有的。你走什么？嗯、我不是负责关灯就好了吗？开灯。我才刚关。没有，我要拿夜。你闭嘴。哦、啊，先找可以躲的地方。等一下、哦。我有这个。哎、欸，来喽。好、哦，一样四级。挡一次猎杀25秒，撑25秒。哦，他那个猎杀了吗？他挡了一次。十加超坏了、哦。等一下。五级，得到了5级，撤！哦，所以知道了，EF 巨零，
巨灵是看到玩家才会拼了命啊追上你，没看到是跟老头一样。哦，原来如此。OK， 好了，恭喜你每周解完了。耶耶，烧车子。还要点哦。好的，巨灵有缘了。请看你们等级的那个跳跃。对，5000哦，经验值是5000哦，钱是5000。他钱就是经验，他给你5000的金钱就是5000的经验。哦耶，给到爆量，前人。对啊。哦，超多超多。对，所以每周一定要可以解尽量解啦。哦，非解不可。这种三次小房子就是给5000，就是要解。啊，那个诅咒之物的话，你们私底下就是去大房子。学校啊，那个门口都是放诅咒植物，你就在那边玩就好。可以教你们，就是你们看一下地图左边，选地图吗？看一下。嗯。现在粉红色这个，这个叫学校，然后这个叫监狱。那这两个诅咒植物是放得很近的位置。我通常都是选监狱的地图啦，它就是在门口第一间。晚点可以请番茄示范一次。好，现在就可以了。现在。我进去玩了，来啊，那就选这张、啊。玩一下啊，就如果是塔罗牌的话，可以帮他们解一下进度啊。哦，走啊，怎么都挑战模式也可以，就直接进去吧。啊，等一下带着手电筒跟照相机就行了。还要打火机啊，啊，罗斯那个嘞。哦，魔法阵的话。对。哦。好，走。那、没，等一下进去再讲。哎、你怎么才六级？他吴健。吴健，你出来了吗？你还在跳前吗？对，哦，你十二了，十二了，十二。我想说，怎么解完你怎么还在六级？没有经验啊，吓死我了。挑战模式吗？对。就选监狱这一关，然后进去带你们。哦，准备。OK。好。真的很，这张地图真的很简单啊。这张地图，鬼找到你的时候，他应该也是结束猎杀了。啊，除非他在门口，那就算了。对。哦。我就有两次刚好是遇到门口的啦。死掉就算了。嗯，反正器材钱不是你出就没差吗？嗯，安全的。嗯，哦，有。好，带着手电筒、相机可以多少拍个5块钱。好，然后打火机蓝色这个，啊，你们的话预设应该是火柴。对，打火机拿一个，然后走。好像好相信啊！哎，你不等人，直接在前面打野开门啊！开门，等下再开啊！不是要教人、啊？你怎么教人？我想要先找哦。你应该第一次进来会比较卡，就是这张地图是中地图，物件比较多。哎、刚才说打火机还有什么？打火机、相机，然后手电筒。相机。相机是主要是死掉还可以拍5块钱啊，而不是死掉啊，离开还有5块钱可以拿。哦，好卡好卡。如果说你猜对的话，也可以拿更多啊。所以没有啦，相机不会有更多啦，照片。哦，对啦，我说猜对啦，猜对。好了吗？还没，他还没等，没看到他现在跟叉爷一样。来了，往后拉。有人往前推，白痴。没错。来看一下左边，左边这个黑色盒子里面会有一个，然后这个白色盒子也会有一个。你看，就是回来，对，这个桌子上这个就是可以拍，这叫猴，对，这叫猴爪。然后等下再拿来绕进来这个桌子里面。然后如果都这边都没有的话，你可以看看这边有个通灵板，这边会有个通灵板在这边。如果有的话，有的话，然后再来往这边走。好，然后大概是这里吧，应该这里吧。这边会有个魔镜，还是隔壁？就是一个椭圆形黑黑的镜子，你就拿起来按右键，按右键，按右键，大概按个4下5下就会爆掉了。哦，对啊，你们按完之前都可以先拍照，那是5块钱。那玩到会怎么样？鬼会猎杀？鬼就直接猎杀，但是鬼防不一定啊，可能离你超远，他搞不好猎完你都还没找到你。哦，那最后一个是在这个位置，我脚下这个位置会有一个那个召唤针五芒星。刚刚要你们拿打火机，就是要点蜡烛。
点蜡烛，不要一次全点哦，它会出现在你面前哦。对，你想速刷，赶快让它死也可以。那就先玩刚刚那个猴爪吧，猴爪我建议应该不知道这东西吧。哦，没有，他那时候没玩。来，你们可以轮流玩。他就是他会有代价，他会牺牲你的东西得到一个东西。可能牺牲你的视力啊，换来的是那个什么鬼的证据啊什么。可以，你拍了吗？有拍了，有拍了。好，那你们就一个人可以，他可以玩两次吧。你就是拿起来按右键，他可以选择。好，对。喂，我拿了，按好拿了，有。对，他有问你什么东西的、啊，想要什么？玩家数据。鬼魂好了，我点鬼魂哦。应该哪一页？一万战鬼。啊？出现什么？我希望鬼活动活动。哦，鬼魂事件吧，有鬼会离开鬼房还是？关门了吗？对，没有，没事没事，车上还很安静。哦，不是脸上哈？对，不是不是。可是我们开不了。可以折他的手熟哎、欸。他就是许一个愿望，就是折掉啊。可以猴爪我怎么样？猴爪是东方的东西，对。所以我要选什么比较好？鬼魂玩家数据跟其他？如果你是解任务的话，随便选。好，随便再选一个其他。你有看我东西进去吗？拿衣服看看。拿去对猴爪。哦，怎么了？开在怎么了？开在门口，开在门口。啊，那我怎么办？那怎么办？我快啊，神了！死光了！啊，神了！就会这样，需要知识，爷爷被你杀掉。门口出现。傻眼，来不及了。我刚才想说门会自动关起来。不是，他刚刚真的没猎杀，他刚真的没猎杀。啊。我现在没想了，三个全傻眼。好，反正这就是有几率会这样子啦，很容易死，所以不要带自己的东西进去。哦，用挑战的就好。对对对对对，来随便猜一个吧，随便猜。我来猜我的。哦，有一些被化掉了耶。对你现在有哪些被化掉？来，我跟你说呀。魂魄被化掉，然后魅影被化掉，魅影女妖右边的那个被化掉，女妖右边的巨灵啊，好，然后暗影被化掉，赤鬼被化掉，暗影赤鬼，寒魔右边的被化掉，好，然后怨灵的左右边都被化掉，怨灵左右边，然后女魂的左边两个都被化掉，欸、那很多哎、欸，哦，就这样，白痴，他就只是。你们点一下第一个 E N F， 第一个 E N F 撇除掉而已、啊，所以我就跟你们讲 E N F 就好了。没事啊，没事啊，没事。原来是这样，好的。啊，所以这样的话等于是说完全没有 E N F 证据，对。哦，来，我们已经缩小到大概五分之四了啊，猜吧。嗯，这个就是刚才那个猴爪的能力是不是？对，他可以，他是渴望知识嘛，就是选一个。嗯，我刚才没事啊，啊，可能是刚好你的理智没有了，然后你许愿，他就直接猎杀。玩诅咒之物都会需要理智。好的，原来是这样。好的，看一下哦，那个最高我怨灵好了。怨灵哦，那我选个玉灵好了。好啦，真凶克洛伊，好的好了，完了哦，好了，好，我们可以正常玩了。嗯，对，还好我回来拿 EMF， 我还想说，看看测一下有没有 EMF 好了，结果 EMF 被鬼吃。你刚丢 EMF 的时候门是开的，是不是？没有啊，哎，你中了，哦，怨灵，好，我中了，我竟然也中，竟然也中，真的是运气不错，我中两块钱了。65块也还好，然后重耶两块，然后我们通常都是玩左边左上角那一张，那张很短很小，离门口又很近，这关又比较好。然后可以调回专家模式了。专哦，那我要出钱吗？我出了，我出。好啊，那你不要给我进去死哦。没有，你知道我多好笑？我跟他讲说，不要啦，我们因为那时候要解每日，我跟他讲说不要啦，打业余就好了，什么之类的。我说没差，反正我还有多少钱多少钱。我说你那个钱死个两三次就没了。他说不会啦，没那么衰吧？结果连续三次猜错鬼，然后他就死，我们就死出来两三次，死光，然后就没钱了。对，我就说怎样？你还有钱吗？
没有了。我说对吧？再死个两三次啊！叫你业余不业余？我怎么知道我们运气这么差？所以我们都已经找到鬼房，都已经差一个证据了，还猜错啊！气死！真的会气死。对，那天都那天都明明就很简单，我们解将近快三十分钟，明明是乖乖鬼，结果。啊、我忘记先取消预设的了。不是那个这个预设的会看房租，你看到这些初级都是无界的东西，它取消不了，哦、一定会给。所以要么就是番茄你要当房租才能、哦、对。好，那等一下我如果退出去然后再进来就可以吧？也是可以，反正就是番茄出去我们去加他的啊。哦，对哦，对，不然你可能出去啊，大家大洗牌。其实我是觉得没什么差了，有差，证据，那个东西差很多，差很多，这 V 八超烂的。哦，好吧。诅咒之物，诅咒之物，没有。那我自己是哪里啊？我看到了。Hello。好。那个我哦，在这间哪间？应该是这一间，因为他突然跳了一下。这也没错。ENF 的，我看一下哦。没有哎、欸，我 ENF 没有反应哎、欸。我刚才有跳一下哎、欸，跳到四级。哦，有跳哦，那边先。可是那升温哎，16度、17度哎、欸。嗯，还是他经过我而已这样。可能是撞到你。哦，我以为是在这里，他跳两次。对，可能是你那间哦、喔，这里哦、喔，在这边。对，你那间啊，我去找這間嗎，我去找骨头。好，好，先就这。所以这间没错嘛？啊，是在那间还是在更里面的那个？还是没差？没关系，你先试试看那一间呢、啊。啊，就他那间里面有个小房间。嗯。我找五谷娃娃了，先别玩哈，喂，捉迷藏喽！那天跟菜渣玩，我就在里面找东西，他直接啊，对不起，我说啊，怎么了？啊，猎杀，对他猎杀了，因为我刚刚问他啊，躲猫猫，我说你看，直接骂脏话，把我这辈子会骂的脏话全部骂在他身上。我通灵盒丢里面了，他没回我。好，看看。这一次应该可以吧？鬼附近使用熏香。不然等下我开好了啦，我的设备比较高， oh. 但是我不能使用。哦、我会保护你。我没有小敌在。啊，我应该也许可以保护得了吧。一定使用死。他什么东西都带出来了，哭啊！啊，忘了打火机了。如果是用别人的装备的话，我就很敢。很敢冲，那没问题啊，可以啊。哦。因为真的拿别人装备我也很敢冲啊，自己装备就是几娃娃，我就会缩起来。对啊，理智，看一下，很多，这地方真的很烂的。嗯，哦，见证鬼魂事件。那个熏香有用成功吗？有。哦呦，那就这件没错。嗯。嗯。哎呀，什么呢？春宫逃脱猎杀。嗯。看一下还有什么呢？哦，我的盐还是旧型的。对吧、啊？哦，大罐盐，温度计也是救星。在找什么？我温度计没发生，紫外线呢、啊？啊，那你等一下，你等一下走，我顺便问一下。哦，我的手电筒呢？
我先出去咯。没有，就是叫你不要走。有吗？没有。然后我。没有。我记得你在车上吗？没有啊，我在房间里。那小弟在车上吗？没有，我在那个旁边而已。哦，我们四个大男人挤在一间小房间，我先走了。诶，怎么了？它温度蛮高的这里。嗯，还是会换房间了，有可能。哇，20度哎。我看一下。其实他的哎，真的哎，等一下哦。哇，他是不是跳房间了？可能哦。那我都强度超低耶。哇，傻眼。那是不是都测不到？嗯，重新找房喽。但是那个无界来说一下，我这边有失误，因为太笃定了，就是盐巴不会先全部撒下去，他就是怕换鬼吧。好，对，我这个自己也忘记了啊，太笃定了。刚听到开门开的声音，嗯，找一下在哪里呢？哎，对啊，有门开的声音，哇！至此有人开门吗？没有，在哪里开的？啊，这里，厕所，门口，入口，快点，紫光，需要你。没有，然后照整个温度看看。哦，鬼啊！猎杀了！潜行哈气，等一下哦。是吗？可是门被关起来。然后他就是搞事哦，傻眼，潜行哈气还是十几度，没有在下它是慢慢降了，在里面多待一会儿，没有，它就降下来又升上去了，嗯，大概15度左右。为什么这只鬼温度会这么高？带过去，哎，它又回到20度哎，厕所这里，啊，又跑了吗？可能不是这里，可能隔壁这边看看，隔壁房，隔壁基金或走廊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在这里，他在这边活跃。也不在，去给我看一下，里面那间吗？也没有哎、欸，嗯。对，又换了，有没有可能？嗯啊，没有，他只会换一次而已。哎、欸，是吗？温度会降的，只有客厅这边呢。哦，客厅冒烟了。是客厅哦。对，客厅这里。哇，搞事哎、欸！嗯。哦，所以刚刚一直以来其实都在客厅哦。可能。来演。房间刚好离他很近，对，最讨厌是这种事情发生。你关灯，我你好啊啊哦，好了，猎杀，哈哈哈哈！我在客厅里面啊，你死了啊？对，我道具又没了，谢谢各位。还是猎杀吗？没了啊！通常只会先猎一个，对，一般模式只会猎一个，挑战会去。一直列一直列。好了，我们的金主死掉了，素材可以随便用了。怎么办？没有死掉就算了啊。啊。有灵球。写字了。写字。然后写字才出来，怎么回事？灵球写字。那个先吃药，不要让他的牺牲白费。对，把那个消耗品都弄一弄。简单介绍一下。最下面左下这四样东西都是消耗哦，除非升级到最上面了、啊，那个熏香它可以变成就是非消耗品，但是可以就只能用那个在游戏里面可以用，但是不是消耗用，哎，好像只能用一次吧。了解。没有 EF， 没有紫光，按寒温点阵通灵，只有灵球，哎是。可是灵球可能要小心拟魂，拟魂是不会有笔记啊。拟魂，嗯，哦对，拟魂不用怕。你刚刚说有写字对不对？对，他写。好，那不用怕。
哦，因为你很会，接下来这些都模仿鬼的黑市，你说你说哦，这些是，所以这些是比较不强的鬼吗？不强的鬼吗？我看一下哦，梦魇比较凶，梦魇是开灯是60%才猎杀，不，哦，没开灯60%，开灯是40%，哦，啊，岔耶的话也比较凶，哎，欸，对，都很凶，欸，哎，啊，都很凶，通灵客。好的，对，可能通灵盒要再试试看了。哦，嗯，拿这个，好，嗯，那我跟你们说，嗯，如果猎杀，我们等一下记好路线，要来这里，好，来这，哎，欸，进来，欸，嗯，欸，这里，躲这里，啊，这边可以，这个可以躲，但是如果他开门要马上关，那或者是来这里。这一间，然后蹲在这边按吸哦，对，这样可以躲哦，蹲这边也可以，对，只要不要让他看到。好，知道了。无忌有听到吗？刚刚我们要躲的路线，有，我刚刚有看到旁边的那个柜子。好，所以我们现在需要那个嘛，问嘛，先问他嘛。对，通灵盒，通灵盒，那灯我把它关掉。一度有灵球，有灵球，对，有灵球，没错。刚才说什么 ？EF 在哪里？哦，欸，写字的写字，哎，笔记会，白痴，原本就写字，可恶，又骗我。所以现在呢？我在你身上。问了吗？还没。有回了，回应了，回了，回了，回了。梦魇回了吗？那就梦梦魇哦。嗯，开灯会降低攻击欲望。哦，要不要赌最后一个啊？就是逃脱鬼猎杀。不错啊，可以啊，应该可以吧？应该不难吧？看你的心理素质。哦，这么刺激。好，我去。鬼来就是点那个熏香那样子吗？要靠近你近一点。好，不啊啊，有时候鬼会忽闪忽闪，那会那个影响你判断。哦，那我要带。好，我问一下，你逃脱路线要怎么？就躲那个啊，躲那个点了之后，然后躲衣柜这样子吗？先不用，也不用那么快点，就是先往衣柜走，哦，就背对着，然后往衣柜走。嗯，没事没事，我关灯。好，跟你学习。好啊。那十字架要丢掉，不然十字架会挡。啊，对啊，我那边有放一个十字架。对啊，在哪里啊？那等一下，等一下，前面有一个。哦，看到了。准备把它丢啊！不然我道具满了。没事，我来。你手上拿着熏香。嗯。对。啊，还有一个在哪？欸，我只有丢一个。哦，那好，那等一下你的手电筒那些都要先关掉，因为已经关了。好好好，欸，等一下另外一个在另外一个房间的桌上看一下有没有，现在看不到。我们原本误判的那一间房间。哦，要点吗？要点吗？走，还没，错了啊！被骗了，对不对？对，被骗了。啊，我记着上。没关系，还有，尽量花，尽量花，金色烧掉，然后就那个了。那你拿，给你玩。我要怎么拿？哦，好，我点吧。清香的，给你练习。好，你讲烧，我立刻烧。我讲不一定，欸，有时候是看自己的画面。好，我会判断。可是这里吗？他刚才从我后面过来耶。对，我们站这边好了啦。站哪里？这里。你们加油，我先去一下洗手间。好的，关灯，关灯，好。不是啊，你的手电筒关掉了。哦 ，OK。电话，你手机没关。让我看一下哦，再掉。我怎么觉得，哎，没事啊，可是这边没吐烟啊。
不晓得，我觉得他刚才好像从我，因为他刚才那个穿过来，对，还是只是吓人的关系，应该是。而且我几趴了？你看得到吗？平均42，小那个小迪30，你36，那他看平均的，那就42。嗯，好。等他，我先把衣柜打开好了。在我后面呢、欸？嗯，在我后面、欸，还开这个门呢、欸？对啊。哦，我看看哦。我们的位置真的正确吗？我们的位置？不然你要躲车库也可以啊。好好好，看一下车库那个柜子有没有东西啊？如果有东西的话，你们也躲不了。哦，可以，可以啊！你会拉吗？会会会，按住左键，然后把它关起来。对。我们等鬼来的时候就点那个吗？对。好。对啊，还在这间啊。哦，对对对，这里。来刺激他。Kill me。Kill me。来了吗？还没。没有。活动强度零。你身上有熏香吗？没有啊，你是那个，你那是最后一个了。好，交给我了。安浅，你去解释。解释啥？安妮说这啥？那、哦、一列杀先别右键哦，先往后退。好，不是点左键吗？我右键。啊，右键，右键是使用熏香。好好。车子上的杯子环节在这，他烧了东西，白车哦、喔，哪里又有十字架、啊？我帮你准备一张猫的照片，不觉得很可爱吗？哪里又怎么会在这里烧掉？啊？哎、欸，在门口烧哎、欸，在门口哎、欸，外面烧掉哎、欸，所以用十字架只要丢门口就好了。不是，他可能是从这边发起猎杀的。啊，算了啦，算了。后面，他刚确实是一直在繁星的后面啊。这是白车。傻眼，走了走了走了，好。他想偷、啊，我还没烧掉哎、欸，我还没烧掉哎、欸。没啊，随便我烧啊，你在车上也可以烧啊。啊，反正等一下这个那个是回收了没了，那番茄的。没了。哦，对对，也是。走吧。好100块。哦，有对有对有对。那繁星引开喽。啊。好。嗯。我看到十人我就不进去了、哦。离开。没问题。总会在门口，我想说，十字架收起来。我以为开始猎杀了，都在门口。对，我刚起床的时候很努力的看一下哪个十字架没拿。加创建，死人，死人。会不会十字架拿数？对，没错，没错。哦，这个复制嘛，然后来，有看到了。嗯。自动添加，自动购买，全部。有了，天啊，谁的口腔啊？平时保养超好的、欸。可怕。谁自动购买那个？又给我点下去了。先按取消哦。哦自动购买那个要关掉哦。冰箱哦，我关了。我有一个自动添加。对对，那个取消掉。哦，自动添加取消，好好。这样有吗？没有 ，OK。好了好了，嗯，好的，好，好，哎，我调什么难度？自定、哦、啊，不要，别，自定什么意思啊？自定不能跑，没有鬼证据，这是
这是疯狂，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东西？这个随便猜，这个随便猜，出去，出去，出去！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的，好的。你这是疯狂模式，疯狂的人。猜好了，猜好了。这个是我无聊在可能听安妮台啊，听你们台的时候啊，一个人在那边刷色尾，色尾的鬼啊，选自己喜欢的鬼。请问一下，是你刷好几百遍都没刷到那个吗？对对对对对，我刷了六小，我刷了四小时，只刷到成功过一次鬼的。天，也太难了吧！因为他就很靠晒啊，哦，你看一直出暗影给你好了，你选暗影好了，然后突然你看又跳个巨灵给你，你看他是15倍啦，所以哦，原来这样制定是15倍，对啊，哦，我吓死，等一下，八分数这样，对，那就很难了，但是代价就是这样，你跑不起来，然后你也不知道鬼的证据。我也看不到那个理智，有都看不到。那可以怎么猜？靠帅啊！就没劲。真的就没有，就是像我们讲的，就是可能有些鬼不会踩眼，有些鬼可能会在你旁边哈气哈特别大声这样子。来，欢迎来到这个后面的世界。来，请看这个左上角的像 Switch 的啊，这个就是 EMF。这个手电筒，这手电筒也太大颗了吧？然后中间这个就是通灵盒，对，你们先熟悉一下。其实没有差，就中间有些看起来不太像的人啊。哦，对，好酷哎！那天就说，其实我们男生的浪漫就这么简单，简简单单。这个东西也太高级了吧？所以对对对，对对对，等一下，你们回来，你们开门了吗？开了，又回来。来，你们戴上这个酷酷的头盔。哦哦，这你可以指挥的。这个酷酷的头盔，请戴好，每个人戴一道。好好好，然后你们丢下你们的手电筒，然后长按住 T， 它其实会微微的光，所以你可以手上不用拿那个手电筒了。哦，啊，如果不习惯的话，就拿回手电筒拿，然后 T 要按就按住按回来就好了。那这个光鬼也会看到吗？会，所以猎杀的时候记得要再按 T 要按住哦，记得要按住哦。好好好，这个有录影功能跟照明功能的。对啊，所以好强哦。所以之后就越后期，其实就是可以玩难度越高的啦。然后就是，我就说这模式就怪怪的，它怎么会是类似滚雪球的方式在玩啊？嗯，你看前期我们要死不活，要死不活会拿到东西，就后面越来越快。对啊，在车库哦。怎么车库鬼啊？对，好。对，是恐鬼。哦，这个 EF 感觉很强哎。哦，那个 EF 它可以一次侦测到三样东西，然后它会有箭头。嗯，5.3度。那个什么东西？第一样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啊？什么意思？哎，灵球，目前有看到灵球东西。3.5度。你说看到什么东西？就它有一个显示一个什么跳一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啊？跳一个数字，你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嗯，他有跳一个二点，就是最上面那排有跳一个二点多。你只要看那个几格，然后方向是往哪边就好了。哦，对，上面那个进度条就是几级，然后箭头就是说它从哪边发出声音。哦，这么高档次。对。我关一下灯哦，我用一下灯。好的。好，那我先去。哦，有回，有回是不是？好好，那五只眼睛不要动。你开灯先不要动。通灵盒。因为如果是摩洛伊的话，你的理智会一直扣，一直扣，扣到零为止。好，不是摩洛伊。这么专业，强哎！就最近在补习。哦。太强。对，我也想变大佬。太强，太强。东西好多哦，对啊，后面还有更多啦。我现在等级只到一半而已，后面还有更酷的酷东西。哦，这感觉这个装备强到直接靠鬼了，都很想打鬼，对不对？啊啊，冲冲！怎么还在玩这个？关掉啊！紫外线六，温度降到1.多，但没有到零下。
嗯，欸，通常鬼只会到一度，所以有到零点多的话，可以开始考虑是刺。如果真的都没证据的话，才会开始考虑这个啦。哦，负喽，负了，负零点五，出来了，水哦，都出来了。灵球、通灵和刺骨、怨灵。哦，哦，好，理智低于25，理智价值，哎，这个看你们有没有解啦，因为这个乘都是乘三倍的。哦，那可以啊，你躲车上就好了。嗯哼，你哦，看一下。嗯，反正你有十字架很安全吗？什麼也不一定啊。你们如果真的想确认他是不是怨灵的话，就是他很喜欢吹蜡烛，当他吹满三个蜡烛，他就会猎杀。所以可以在有十字架的附近，你们就是拿蜡烛跟那个打火机进去，那他吹到爆这样子。对，可以试试看，他想猎杀的时候就会开始狂吹蜡烛。没事，反正我们有十字架，不用怕。我也帮忙扣好了。拿熏香。这种配合哦，咔嚓。哎、欸，拿盐巴进去撒。我拿。二年前哦。好。你那边也撒是不是？我没撒、啊。那五阶刚刚不是说有拿？哦，我正拿在手上要过去。那你在拿怪撒、啊？哦，他就有踩到。那看一下，行，好，来我了，还冷，你也撒另外一边，啊，这边吗？排个三角形，嗯，我也来拍，嗯，闪灯，又踩了，踩了，在这里，哦，哎、欸，一直踩，等一下，怎么有紫光？嗯，欸、对、啊，各位，嗯，是不是错了？等一下哦，灵球先关掉。你魂啊，北七，可恶！哦，你魂，臭你魂！那不用吹蜡烛了。哦，好的。哦，你魂是哦，有看到啊，会有假灵球啊，所以那个灵球是假的。对，会骗吗？会骗。嗯，好的，找地方躲。还好我回来看一下。真的哎，还好我拿紫光来照。还好有撒盐。啊、哦。现在怎么？你那拆板门拆下来，你冷静。没找到骨头，比较可惜啦。嗯，等吧，等那个。哎，你们在哪里啊？衣柜里。我在衣柜里。哎、欸，鬼出来了吗？没有，鬼魂事件。没有。哦。我刚刚见证的灵异事件。哦。哦。压阻止鬼猎杀。加油，各位。好的，你躲。躲起来。你们躲在哪？那躲在衣柜。你说跟小弟躲那个躲同一个？不同，我们不同衣柜。啊，记得他开门的时候，记得马上把门关起来哦。对，他会时不时开门，啊，记得要把门关起来。好，有东西。来了吗？还没。好，先出去啊。很平。好的。哇，阻止鬼猎杀！哎，十字架阻止鬼猎杀也没解哦。他还没猎杀。嗯，他太冷了。对，他现在还是很平。哎、哦，有声音！哦，猎杀了，各位躲好。我这边被发现就是直接死啊，不用看。躲了。
哎、欸，结束了，有人死是不是？没有。没有。哎、欸，这么短？没有。那继续躲，39%还没。好，再躲。会进去。好了，结完了。走吧，各位，出来了。可以。好的。支架就算了吧，反正已经好的。嗯，少一个。欸，他没有烧掉十字架吗？哦，对，他没有。为什么不会烧？怎么？因为十字架其实就像是你想象这个是十字架，嗯，地上这个箱是十字架，嗯，它的范围可能就刚好这个车子这一格。哦，有没有啊？然后鬼如果生在这一格的话，就是不会挡到了。哦，要在它的范围里面，好吧？拿在手上也不行，对不对？有人说可以。哦，真的假的？对，有人，我隔壁的啊，隔壁的老师是说他有一次是拿在手上，就直接烧掉，然后他说支架很烫，直接掉在地上。我记得我有以前旧版的时候，我也有烧掉手上烧掉过。哎呦，刚好站在他出现的位置。对，哦，这就是设计啊。走吧，迷魂哦。嗯，有。所以他出现之后，十字架就没有用了。谁？就是那个十字架，是只有出现那一刻会烧掉。如果他已经现形了，对，再拿他经过没有用，哦，经过碰到你都没有用。哦，原来如此。对，番茄找骨头啊！我刚才找骨头在哪？好啦，准备。我接走了。是不是舍不得？他那个跳。哦，等级可以快一点吗？你又左下角有跳过啊？左下角有跳过，我可以跳过是不是？对我们很快吗？我在那边等他叮叮叮啊！你就是那种看完电影会坐到最后的人啦！哎呀，对，可以哦，可以，看一下，留着看那个花絮。对，到天。让鬼吹蜡烛，附近使用熏香。韩信，你是用手把还是用剑术？我熟剑啊，怎么了？哦，没事。我想说他那个手把问题，我上网查都没查到。哦，我只有玩 Switch 类的东西才会去用到那个啊。我也是最近才习惯开始用手把，你知道啊？哦，没事。对啊，为了你，你看。鬼叫鬼。在哪里呢？我已经开了。好的。哇，啊，这小弟以后就敢一个人玩呢。啊，可以啊，我可以啦，行的，没问题。你刚是不是犹豫了一下？你不是一个人玩，你真的很强哎，我还不敢哎。啊，就是不会赢而已，一个人玩可以，可是就不会赢。哦，你知道你5000块可以买一整套的装备了吗？哦，真的，哦，可以买。可以买很多啊，他其实等级跟那个都有算好。哦，oh, ，下面好像啊，只是你等一下去看一下有哪些装备是可以升级的，就是了。哦，oh. ，对，哦，oh, 对，还要升级，升级还蛮贵的。嗯，我现在没有反应。有人开风扇吗？哦，有啊。因为想说。一直在黑暗中，理智会一直掉。哦，奇怪，都没有哎。对，要不都拿摄影机吧？我拿温度啊。我拿那个 EMF。我刚刚有听到开门的声音吗？大概在哪？我在厕所那个方向听到开门的声音。哪边的厕所？这边只有一个厕所。哦，这边。左声道右声，你该不会只有戴一边耳机？哦，欸，有，厕所里厕，哎，欸，等一下，我看一下，看一下，这间有那个，这间，他音乐服的叫声好，好不习惯啊，这间，19度哎，欸，好高哦，因为可能是高温鬼，没有，没有，哎，欸，指纹，
所以对那间没冲完。这一间有吗？好，那我问他。在厕所。不是。哦，通灵盒。通灵盒。通灵盒指纹。谁？哪个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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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熏香。这是在厕所还是进去那间？应该哪边有吐烟啊？我不知道哎、欸。吐烟目前没有测出来。哦，那你们先别撒哦。关我灯。指纹。有吗？有找到烟在哪里吗？有人在车上吗？有。我点熏香，帮我看啊，有吗？那个东西你直接打开，你按 J， 有个盖腰就有了。哦，这边有个指纹。那我刚才是在这间点的，所以它是在这里。他可能在游荡。点阵。哦，看到了，看到了，他在那里。点阵指纹在厕所，对不对？哦，他吹蜡烛了，房间里有吹蜡烛。点阵指纹通灵盒吗？哎呦，这边吐烟了。换影。来，开始赚钱了。哦，换影吗？到眼吧。厉害，换影。怎么了？幻影是不是没有脚印的那一个？魅影才是没脚印啊。魅影，魅影不会踩到盐巴。看标题吧，这边他说十二点去，对，我十二点就要去考试了，去考恐鬼执照。十点吗？改十二了。十二点没有，十点是补习班啊。十二点就直接开。开始考试。对，这边拍，我拍过了。别拍，我拍过了。好，我想说你不要啊，完蛋了。脚印才是那个可以多人拍的。不是，对，你知道，而且拍到骨头跟其他三星照片一起的话，会额外的完美的奖励。哦，对，所以要沟通好。说到骨头还没找到。我拍了，我剪了。啊，这边踩脚印了。踩脚印，那我就跟着一起拍啊。这个是有的还没的，可恶，不拍这个了。拍啊，一张而已。啊，赶快踩盐啊！他踩了一次啊，你可以拍。我拍过啦。哪里？啊，这个、哦。好了，走了，没事了，各位完美结束。好耶！好，没有不完美。好的，好了吗？好了，欢迎。耶，这局超快。有无界左下角。好，迅速跳过啊！我一千多块也棒哎。对，这就是照片任务都有解完，然后照片有拍好，只差刚刚那个啦，完美的照，完美的任务。要找到骨头，然后全都找到骨拍到骨头照片，然后全都是三星的，这样子需要这样的条件。了解。吹火光，我还是拿这个好。檀香，带这个。在猎杀使用熏香驱散鬼魂，天啊，好难。对的。我也是后面玩这款，昨天啊才开始把声音调大。想要听那个脚步声了。脚步。
嗯，找到了，也是在这里。哦，这间就在这间。对，好，不会是暗影，高几率不会是暗影。嗯，好，可以问，你可以问了，可以问了。欸、好，回你，回我，回我，回。嗯，好，开灯，可以开灯了。二级，十字架，然后打火机。你东西可以放着了，这边出去拿东西进来了。嗯，好的。哎，这女的是谁？我没有，我只是想说那个 EF 是怎么做的。从 EF 怎么做的 ？EF 怎么运作了？哦，灵球，好，好，嗯，被踩了。哦，没脚印，好像没有脚印。对，没脚印，三个踩了三个。这边也踩了书桌旁边，书桌脚。哎、欸，番茄找脚，找骨头。哦，哎、欸，声音变了，等下。蜡烛被吹熄了。三级。像他五级的声音怎样？我不知道、啊，没听过。马上现在没听过。啊、我怎么拿出来、啊？九度，我去找骨头。哦，点阵。有哦，这个小孩子。哎、欸，那结束啦、啊！点阵灵球通灵盒右边妖怪，不要再讲话了哦，他会生气哦。妖怪，他就是你跟他，你越跟他讲话，他会越生气的人。哦，对，所以通灵盒不要用喽，也不要开麦，这样子就没事了。哦，哎、欸，也是有事啦，只是不会那么早猎杀。那是需要让他猎杀了，我用不着那个吗？让他猎杀？我还没找骨头，等一下。那个可解可不解啊，是不用解啦。你那有人帮他准备蜡烛吗？里面有放蜡烛啊。他有吹过了，有吹了，他有吹过了。嗯，帮找个找骨头。嗯，有人在车上吗？哦，没有。理智多少？哦，好，没关系。我们理智还蛮高的，我出来的时候还蛮高的。哦，布娃娃。像他那个啊，他有那个十字架阻止猎杀，跟那个熏香用那个鬼，两个可以同时用吗？可以。不行，没有，他就挡了，鬼就不会出来啦。哦，就没有用了。对，欸，找不到骨头哎。哇，好神奇哦，不见了。嗯，那个有低于25的任务吗？没有吗？没有。那小弟，你在车上有帮忙先吃个药，好，提高一下这个平均值吧。好，我去。有一下，真找不到哎、欸，他到底在哪？我也没看到骨、欸。浴缸里啦，白痴。啊、哦，躺在浴缸里面哦，配保护色、欸，我没拍到，捡起来啊，完了，没了，我捡起来了，完了，这一场又失败了。那我们就拍脚印就好了，都踩过了，哪一头是我没踩的？哎、欸，拍完了，然后怎么？有什么任务啊？那个就是猎杀时。猎枪使用那个熏香跟十字架阻止。哎、欸，你进去讲话啊，番茄。我去拿诅咒娃娃。
那个，对，他强行出来的那个是诅咒猎杀，你那个十字架挡不了。哦，我讲一下诅咒之物，如果他就是刚刚你猴爪玩到坏掉那个，它会变成诅咒猎杀，这个杀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这个十字架挡不了。那熏香有用吗？熏香有用。哦 ，Hello，Hello， 你要拿通灵盒啊？你要拿的通灵盒，或是开内麦跟他讲话。我开内麦啊，他不理我啊。继续讲啊。在外面是小迪。嗯，换我吗？没有，他叫他说你要进去那个鬼房，啊、靠近一点、啊。他听不到。来。哦，没有。来。我拿着冰淇淋在门口等你。冰淇淋有这些哦。嗨嗨，啊不见了。然后，嗯，嗨，见。对啊，他有理你啊。嗨 ，Hello， 要凶一点。上外面是僵尸，去快。什么？怎么可能？哇，小迪理智太高了。对，他是小朋友。要不要吃棒棒糖？哥哥这边有一个熏香棒棒糖。熏香棒棒糖，那确实很像棒棒糖，听起来像骗小朋友的话术。要不要跟哥哥走？他不要。来了。为啥？不是这样，那现行而已。哎，都现行了，要不要出来啊？Hello， 靠药，你讲中文他听得懂。我调中文吗？我不是只要开内麦就好了吗？开内麦你要讲他听得懂的话、啊。Give me a sign。Hello，Give me a sign。How old are you？ Where are you？ Hello？ 哟，他是不是不喜欢我？我不知道哎、欸。很不喜欢吃番茄。Give me a sign， 更有偏见。Hello， 不是小迪理智太高了啦！你刚吃，嗯，在降理智。你躲在柜子里是不是？都在外面绕。Where are you？ 哦，番茄理智降蛮快的。对啊，因为他有回应到啊，所以会控控。Where are you now？ 那换小迪再多讲几句。对耶，每演几句。你按 B， V， B， I， B， B， 哦，这样子吗？按 B，、嗯、对对对，要跳开是吗？有，那个就是讲，你靠近番茄附近讲。Where are you？ Kill me！ Come on！ Kill tomato！我走了。啊，真的出来，真的出来了。啊，没有，谢谢你。没有。还没哇！你冲门口冲蛮快的嘛，已经跑门口，我还是想要钻柜子，可他也没烧掉，也没烧掉哎、欸。没有啊，还没，他还没猎杀，也没有烧。还没猎杀了，再来。嗯 ，Where are you？ 番茄 ，How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你这样怎么带人？你进去啊 ？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Kill tomato， kill me， come on！ 拿香砸你的头。Kill me， come on， kill me。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I kill you. Where are you? I kill you. 好，位置是在这里。我把他都。Where are you? 快了，快50%一下了。Where are you? Come on. How old are you? 啊，叫，哎，我想说叫他去车库搓一下诅咒娃娃。哦、你带小迪去车库搓两针看看。来吧。那个。如果搓到心脏怎么办？啊，躲柜子里啊。都怪你们来啊！反正看到他的时候你再放熏香啊，又不会怎样。我熏香已经没了。等一下，柜子里好像有东西，不能躲。啊、这边都柜子有东西，只有门口那个柜子。地下室可以躲，地下室有一个，地下室躲到走到底，就是木板那边，躲到底右边有个木板，里面有个鞋子，躲在那个小角落鞋子上面。哎呦呦，来，让我搓了，我搓了。好，你搓。哎、欸，你先把灯关掉好不好？啊，对对对，头灯，搓了。哦，又搓了，再搓，搓个几次。哎、欸，好了，啊，搓到心脏了，搓到心脏了，完蛋了，好了好了，很活跃啊。又再继续搓吗？哎、欸，不用了。
完，他要完成任务了，让他戳了。好了，你戳，你戳。在地上爬来爬去的。你继续戳，你继续戳。这时候点熏香是没有用的，对吧？有用。你可以靠近地那个地牢门口。他现在在外面。去。哎、欸，他靠，他很靠近大门口啊。去烧他，用你的熏香。等下再去外面讲话就好，我怕上去就直接遇到他。嗯，给他你的那个、啊，没有你走到那个啊，干嘛？你走到地牢门口啊？不是地牢、啊，地下室门口、哦他。他爬回原来的房间了。对，我刚听到他的声音在我附近，他又爬回去喽。给他死，快去！哎、欸，结束了。小弟，我们赶快25秒可以时间冲回来哦，看还要继续解还是不解都可以，25秒的时间。我看到你们很飞跃的速度往我们家冲，好了，好的，啊，还是这样啦，走了，反正你900多块钱，啊、哦，也是，哎、欸，选了吗？看一下、啊，选了妖怪，对吗？对，妖怪，好，没事，再一场，哦，该来得及，快速。对，速刷。Welcome back. I've prepared some jobs for you. 哦，可以900块，可以，对吧？哦，我的赖达可以升级了，升级一下。哦，赖达，你那个赖达升上去怎样了？就赖达，招鬼，防风赖达。对，也不是，是那种有那种盒盖的，可以滑盖的。哦，就不要带那么高级的手电筒去抓吧。来看这个打火机啊！哦哦，真的耶，高级打火机。哦，变得很帅，变强了。嗯、哦，太厉害了。任务叫什么？使用熏香。哦，没事，先找鬼房，再找任务。好，没事。哦，这个头灯真的好用，尤其多一个位置。你知道再升上去它有夜视功能吗？哦，那很哦，是我们看的时候有夜视功能哦。对。嗯，有镜子哦。好，魔镜。我马上看。车库的洗衣房。来，OK。嗯，哎，你们可以看一下吗？我的 EF 坏掉了，我的手会消失。那这个好像怪怪，对不对？我刚也会，它会自动跳。对，手会不见。对，就在这个房间，没错。为什么会这样？这是鬼的功能吗？不是 ，bug。就只单纯 bug 而已。哦，好的。我们以前有回我，你们可以换灵球，要不要能灵球？暂时先勾起来灵球。哦，我来。灵球。然后去鬼附近烧一下熏香。没有依我。嗯。熏香那个有扣吗？我怎么会在这边直接两下谁按的？有我，有，好，有就好。我不小心按到。通常那个会配合，如果有那个啊，阻止鬼猎杀会一起用啊。那、哦、你这样子又浪费一个活，对、哦，活命的机会。原来如此。没事。好，这样我知道。有问题就交。好，没问题。来了，改箱。去找。点阵哦，有点阵吗？哦，只有点阵灵球哦，可恶！哎，又是凶巴巴鬼。嗯，找骨头，何妨不能躲？哎，撒大盐巴进来撒哦。好，有点阵了哦，那我关掉这个了，不然看不到灵球。嗯，温度有够高的。温度有够高。嗯，会不会换房了？哎、欸，几度？11。啊，还可以。
因为刚点赞还在那边，应该还不进那么快吧？嗯。哎，好，找到骨头了。好，那诅咒呢？魔镜。对哦。哎、欸，踩了踩了，我看一下。哦，踩了踩了，都踩了。没有。有没有脚印？两个。没有脚印。哎、欸，玩门。有吗？没有。没有。没有指纹，那就没有指纹。嗯。哦。红光哎、欸。很凶哎、欸。哎、欸，三星鬼照片睡啦啊。好猛哦、喔！要厉害哦。嗯，灵球还在。看一下哦、喔，那个可能要讲个话哦、喔。刚刚有谁没讲话的吗？我还没有讲话，我还没讲话。试试看，我用，可以试一下。你们要出场还是我直接这样讲？讲，你讲。好，你先讲一个，没有我再退出。都没有。好，我退出。哦，有回。好，有了，好，对。哦，太好了。好的，就找完了，就是妖怪。哦、差一张，有谁还没拍的？好了，好，回家撤。那个猎杀那些就算喽。算了，有百块可以了。不然你看，又花了几分钟在那边找几百块。哦，没错，我是繁星的圣旨。对啊，因为几乎没开灯在找。好了，走吧。没有玩那个魔镜。哦，对啊，主要是玩魔镜啊。会扣15%，哦，还有十，按喽。好好的，你们是要关台还是会续？再玩呐、啊，再玩呐、啊，好了，番茄再陪他们玩一下啦，你都可以带。你们累，我都可以吧，都行。叫番茄带你们啊，一定可以。今天也差好多。没有，我不一定，因为等下10点半我要下台中哎、欸。啊，你去台中干嘛？哦，工作啊。哦，辛苦了，哦，工作辛苦辛苦，应该还可以了，反正也睡不着。哦，你就陪他玩啊。啊，那你赶紧去补习了，拜拜。好了，辛苦了，拜拜。不会啦，感谢繁星带，感谢，繁星真的很会教哎、欸，强哎、欸。哇，那是刚好啦，遇到只有一个证据的，我不会教啊。好的，可是吓死了，不会啊，我觉得哎、欸，真的猛哎、欸。嗯普通啦，太厉害了。等后面吧，再跟他们玩个三四天吧，应该就 OK 了。可能我们过几天看到他的等级已经破百了，然后东西就已经升了。没有，我主要是要练习，因为后面你会听到说，我刚刚不是说脚的鬼那个吗？鬼的脚步声，对、啊，太难了吧？对，就是有些鬼可能会忽快忽慢，就要开始推测说他有没有靠气。靠近电器，或是有没有看到玩家，或是有没有经过刚刚讲的零度的房，嗯，对吧、啊？哦，好境界了，嗯，好，我过去了，拜拜。啊、好，辛苦了，拜拜，辛苦了，来了，来了，哎，嗨，繁星，我来了，我刚叫完隔壁的人了，可是其另外两个不知道跑去哪里。没事，我们来约会，来，不约会。我们来约今天下午还没约到的那个会，没有啦，太热了，41度你也看到了吧？哎，真的，好气哦，没有玩到，好气哦。哦，今天下午真的是被气死。我不是有跟你说那个燕宁跟梦燕吗？对啊。其实不止，到后面的时候啊，我后来又把它开起来，又再跑一次。嗯。然后。有两场啊，我三到最后我只剩魂魄跟暗影两次，我都猜暗影两次都是魂魄。我没有，因为我没有测那个分路，他每次都是38星以下才来的，真的是恶作人说谢喽，真的是谢喽。我本来就有危机要只有些学生不听话，哎，那是要看跟谁玩啊，像跟他们玩我就是变很听话的那个啊。没出现呢、欸哦、要先对等一下哦，我觉得他们很沉迷在玩另外一款游戏。什么啊，我看一下三坑 LAN 看一下
我们都在玩那个消失的不只是奈斯了，还有一等啊，两个都消失了。这是今天新出的哦。昨天吧，我记得是昨天29号。哦，那是什么类的游戏啊？Raft 加 Rust 吧，好像是。生存啊？是。然后它是一个被水淹没的世界，只剩下岛了。然后你在海底可以看到很多的废墟，然后在水底下找资源，然后回岛上生存。然后岛也不只是原本的那个这样子。哎，对对对，那你要加进来的吗？等一下，褒贬不一。对啊，褒贬不一，但是很多褒贬不一好像都在说，木头不能连点啊，砍木头的时候不能够按着不放，它就可以自动砍，要自己手动砍。然后还有什么？好像是连线不稳吗？哦，最多好像是包太小的样子。嗯，对。他们都不出现，那我们先来玩，自己玩吧。好，先来自己玩，玩回6倍多的。我刚刚玩的是10倍。拿多了什么东西？你加了什么？不能跑啊，很痛苦欸。因为我就只是卡在上面，我也不用跑，我也不用动。我只是卡在上面了，也不用动啊。晴天。我要带什么啊？可恶。那你啊？有。来了！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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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一个回家吗？哇塞，傻眼！啊，随便猜，随便猜回家吧。我等你去，根本不用随便猜，随便猜，随便猜。来来来，该在整理背包啊。游戏就是好赌嘿。对，我该在整理背包啊。我猜暗是你了，幻影。我猜暗影。李怨灵。李怨灵是不是？一个赌怨灵，一个赌恶魔。梦魇，哎，差一个字，不止一个字。好啦，赶快吃到仔可以进来了。吃到仔二人组，那好玩吗？你们两个刚玩的好玩吗？还不错，我们还在拓荒期。对啊，有时候游戏就是拓荒最好玩的、啊。对，没有错，蛮好玩的，但就是有时候会突然有断线的 bug。对，他现在前期会有一些 bug， 就有连线啊。对，他刚出，有这两天给我刚出两天。嗯，对，然后有时候会把你资料全部都弄没了。哦，我们重开了两次。对，我们重开了两次。不敢玩，那我真的哎，难过。第三次就正常很多。那现在不是很敢玩、欸、为什么不是很敢玩？听起来很恐怖啊。你怎么是74等啊？怎么了？昨天看不是才50等？没有吗？没有好吗？昨天是68，昨天六没有69，67吧。嗯，69，你怎么可以比69还高？什么意思？字面上的意思。什么意思？走吧，剩 A 等了，没有点。哎、欸，我没点到，我盖没选图的关系，抱歉。哦，抓包。我还以为我听错台了。嗨，前锋，好久也不很久不见，两个礼拜。两个礼拜。我这里已经有 A 等轻轻念念的3级照相机，有3级的收音器。3级的运动感测器，收音器蛮好用的。我看收音器，刚没玩到。
收音机蛮好的。哎，开开零。哇，好大哦！收音机，我靠！我靠！哦哦，他怎么放回去啊？锅盖更大。按 F。F 哦，哇，这锅盖，哦，我有变焦镜了，快电子镜不是电子镜子，我也要这些啊？什么镜子我也要，我也想要这些东西。你们是嗷嗷逮捕的婴儿是不是？对，傻眼。明天白天可能可以，因为听说好像有台风。明天白天我不哦不哦不，不过我真的很努力在学这个啦。刚刚隔壁。我教的蛮顺利的，不错啊，可以当小老师了。那你是他们是新手是吗？都比较有底子啦。我帮你带头到了。哦，没事没事，我去帮你开灯。没关系。不行，我要照亮你。对，我要照亮。不用不用不用，我的人生就如此暗淡下去，没问题。不要放弃，知道自我放弃好吗？对，不行，就让我如此存活下去吧。哎，我找到骨头了，拿起来了。Honey, so fast. 好了，开门了，开灯了，开门。我忘记看诅咒物了。没有，我在看。我也在看。猴爪。好。OK。要帮你开灯了吗？我丢。哎。怎么了？哦，原来猴爪在这哦。对，猴爪在屋子里面。哦，我以为是在一个房里。你知道巫毒的娃在哪里吗？就这样，柜子里。对对对对对。我就只有猴爪位置不熟啊。哦，没问题。哦，我又忘了头戴。你也跟我一样，笑死。楼上的灯是谁开的？楼上我开的。楼下。哦，我开的，我不怕你下去。怕你怕黑，没有啦，要关吗？不用吧，好像没灵修。因为我带头带啊，想说靠腰，我不能开，不能开，开什么灯？不能开灯，你现在不能开灯。我这里吐烟，地下室左边的房间。好，还有丢过东西，好像。没灵球，没灵球，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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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球吗？有电到东西，哇，又很多。在阿玛哎，嗯，就门口，没，谢谢，没拍到，看不到，我没带手电筒，完全看不到。没拍到，有灵球，有灵球，那就可能要看一下有没有 EF， 不是有没有指纹，紫外线啊，紫外线、通灵盒跟探问。对啊，我们刚刚也是很笃定，结果怎么最后一个证据出来了？第四个证据，哦，我就说灵球。今天是灵魂、对啊。哦，所以是玩三证据的，蛮证据的。因为带新人啊，只玩专家、啊。你不能带新人玩一个证据吧？我是想说，我说再跟你们玩个几天，应该就可以带你们玩一个证据的了啦。哦，这么狠哦！我就说我除了在学什么判断鬼，我还在学怎么听鬼的脚步声了啦，我在努力学了啦。这是什么来着？哪一个感测器啊？对对对对对，它会自己转哦，它自己去找哦。这个 CCTV 没有 ，nice， 这个可以放屋顶哦，这个超棒的。屋顶？什么屋顶？这个天花板吧？它可以直接放天花板，对。怎么放？放在哪里？就你进去里面的时候，你对着天花板按 F。哦。对，它可以贴在天花板。没有反应。啊，墙壁可以吗？啊，墙壁本身可以。基本上没反应的。天花板吗？不是天花板。那个墙壁一定可以啊，因为一级的都可以的。对对对，我在讲什么屁话？三级的都不可以。按 F 吗？我是想说麦克风可不可以啊？我记得是按 F 啊。两个。哦有喂，为什么现在就有？我刚刚那不行。有两个 EMF 哎。对。换了，哦哟，好酷、啊。哇，监视器。3.7，有。采烟。哎，不对。魅影先三。没有魅影啊。也是。
为什么要叫寒温紫外线？有望寒温，寒温有机会是不是？没错。哦，对，紫外线是没有，对不对？透明盒也没有，对不对？哎，我还没试，等一下哦，在哪里？我这。没有，没有，那就要看有没有寒温。零点九，哎，要采啊！采烟，采烟。我听起来是那个吧？对，外面这种，外面这种，外面这种。看起来是没有。哎，还在采。好，没有，没有。0.6，这你字多少？我那时给你拍一下，拍一张就好。付了，付了，谢了，米魂。拍一张，一张就好，一张就好。是吗？米魂，拍这个好了。好，可以。哦，点熏香，猎杀显熏香 ，OK。哇、哦，好酷啊，这相机。真的啊？酷了，你放屋顶真是超酷的。哎、欸，我说相机，怎么了？哦，照相机，照相机也是很酷的。然后那个，被烧，哎、欸，烧掉了，烧了，烧了，烧了。我操！哎、欸，我刚刚有一场，我十字架丢在地毯，再过来这边，就烧在外面哎、欸。有可能，那他是他比较靠近外面的十字架。刚好照应，对我第一次遇到，欸、對對對觉得好笑。有啊，有，当然有，可以。你说你魂哦？对，刚刚除了灵球还有什么？寒温，寒温，它就这样吗？对，对耶，两个哈，对哈，它只有没有一个证据而已。对对对，我们只有一个证据。对，我们只有一个证据，他出两个证据，所以是你魂。啊，最善良的鬼了。嗯，不算。不会啊，两个证据。没有，应该说是他是最好找的鬼，最好找的鬼，但是不是最善良的鬼，因为。如果他刚好模仿到恶魔直接进场猎杀，哇，惊死！好的，好的，解猎杀。哦，那先这样干他。加油！走，捧他，捧他。关电闸嘞。等等，我看一下理智要吃药吗？要猎杀为什么要吃药？不是要猎杀吗？我想说开个灯，你要保护手电筒、啊。对耶，你可以撒盐让他缓呢。对耶。哇、哦！很讨厌。等一下，客厅没有。我还听声音。看车库。车库。可以。没有。哎、欸，不行哎。对耶，没有哎。等一下，后面那应该是后面房间的，或者地下室。我拍个灯，我拍个灯，但是来了，来了，来了。后面可以，这个是相对没有那么安全的。这里放一个，有没有躲哪一间？那间不是衣橱吗？对啊，就沙发。这里可以躲，这里可以躲啊。哦，可以。对，这里可以躲。婴儿房，哎呦，烧掉次喽。这里哦哦，这里也有，放一个盐在这里。哦，两个红色圈圈，那个运动感测器吧。好啊，那时候那两个红色圈圈是什么东西？有东西。就在丢，我搞他们。对，现在是好啊，现在是我在当学生。调一下，哎、欸，扫第三次。啊，关灯而已。好，关灯而已。你们小心，他可能模仿关了。关电闸，再关电闸。啊，恐怖啊！那你们小心，他可能会模仿韩魔。没办法，那也没办法、啊。我们也是认了，一直关，有点寒魔。
门头灯小心哦。一直关不是梦魇吗？没有，一直关是灯，关灯的才是梦魇。关电一直关电闸的是寒魔，寒魔有两倍几率关那个电闸。他只关一次电闸，他一直关灯。梦魇是你开灯的那时候，他会直接把你的灯关回去。哦，也是的。嘿，所以我自己个人推断来说，我会觉得梦魇会比较喜欢关灯。嘿，然后游荡范围很远。嘿，放心，待会要小心偷灯哦。我关掉啦。OK， 我想要刚开始还在亮。要小心，忘了关。对。Hello。软，他的速度很慢呢。软魂吗？亡魂吗？你说现在不好说。变了吗？我觉得听起来蛮慢的，听不到脚步声了。没有。我只知道他速度是慢的，听起来。稍等。小心一点。是亡魂吗？奈斯。结束了。其实我一直没有怎么听到他脚步声。我听到是慢的。你知道为什么慢吗？他踩了三次盐。对。哦，白痴啊！原来是因为踩盐。你知道我怎么放吗？啊，那个地下室门口放一个，然后走厨房开灯那个按钮那边放一个，我们躲的房间门口再放一个。笑死！这个盐真好用啊。真的哎，好用那个盐，好用啊！当然三级的耶，人家是三级货。你魂！哦，圈圈这么大坨！我靠，我没有圈到，吓死！你刚没勾到？对，我没有勾到。75等解锁了750块。哇，三角戒啊！哦，声音感测器还蛮便宜的。对呀、啊，1000多块。运动感测器是8000，好贵。瞬间就变贵了。77等，还差得远。差不多了。到最后一个90多等不是吗？自己的生命。90等，没有90等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圣木是85等。又是你了，90等的镜子。那你没有还久。还久。14分钟一集不会到了，其实没有啦。还久。其实14分钟还好啦，其实，因为我们要解任务的关系啊。记得带头刀。好。猎杀焚香吹蜡烛鬼照，哇，鬼照哦。鬼照可以吧？你看看我们刚刚，刚才没有拍到鬼照。哎、欸，手拿一个东西吗？光相机，十字架。到了。哎、欸，怎么多？我刚想说怎么多一个人？对不起。啊？你的视角。对，比较广。魔镜，电脑房不能躲啊！地下室电房，我看到一个柜子，然后旁边有个哎、哦欸，走廊。哎、欸，走电房不在地下室，奇怪。关门了。我们，对不起，开灯了，对不起，电片。是长这么对？我看到他是在走廊刚刚。他在这边，他刚刚在这边看。哎、欸，堵烟 了。啊 ，OK， 那走廊鬼没有说。哦，这温度降很慢。找骨头。拍一下魔镜。哦，动了，让一下，我睡一觉。哦，卡。紫外线看的吗？哪里？那个。没有。有吗？有紫外线吗？没有。那还是要多测几次哦，有换，因为还不确定是不是换药。可以。凝血火是没看到啦，但是可以，你们可以再看一下有没有。又动了，不知道哪里，关一下灯。走廊很难测。
我纸灯丢地上，我找骨头。算了，应该暂时没有。哦，我的眼睛。没事，放心。哎、欸，没有脚印。哎，没有脚印，玩了两次门，加才一次眼，都没有。哎、欸，五点七。刚才还是没有。对，又玩门。镜子里面是药吗？还是刚才？我没吃。他刚吃的，他魔镜不是吗？没有吃完。我关门。我找不到骨头哎、欸。没事，我来了。还有两个眼皮的。两个都是眼皮的，确实。哦，找到地下室。吹蜡烛。目前没证据。Hello。我关的。欧尼和有测过吗？测过，但没有反应。哎、欸，他东坡前面，因为这里一大堆东西，然后怎么了？我也不确定。他洞前面房间，我前面房间，走廊五度，我刚才在走廊，还是土里面，看一下里面。关门。哎、欸，都吹了。这疗房比较高温，厕所也一样。哎、欸，为什么拿了运动传感器不能放啊？放墙壁，墙壁放不了哎、欸。哇、哦，雷达好狠哦！他只能放地上哎、欸。我是燕玲，测完了。嗯，到现在都没有哈气，也不确定。我采烟，魅影先删了。要离开看点阵吗？对，我也在想。对啊。然后那个魔镜可以拿出来吗？好，我拿。东西什么都没有。我关。你是我刚看60多%的。啊，说我哎，等不会知识台没有啦，哪里有知识台的？知识台是镜子台啊。公傻啦！今天教会你一切抓鬼知识啊。屁嘞！对呀、啊。又在乱恭维。又开始王道不闻了。Oh no！ 哦你哦。我们笔记两本放在哪里啊？都在地上，岩的附近。有东西。又丢吗？丢相框。很旧。我狗照片带走，看他会生气。哪里？哎，这只狗好可爱哦！他表示还我。哎，但礼貌呢？干嘛？我在看点阵。然后我的荧幕变成只有可能整个荧幕都只剩下 Aiden， 太扯了。笑死！
攀岩，攀岩。优先拿走。哦，声音很不错哎。有换鬼房吗？这不好说。有小温度。刚好像看到你们没有在吐烟了耶。七度。哎，关门。有孔吗？没有，他没有关完。哦。还是帮你啊，那么点了也。什么都没有，修修鬼哦！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给你瓶子，给你丢下来的，来，蛮好看的。什么东西？哎，厕所吗？厕所三度。好。OK。果然换鬼房了。顺便跟你们说一下，李智胜50多%哦。立马踩，拍两张，拍一张，拆一张。好，我来。到底是你们的脚步声，那还是鬼的脚步声？好多。我们的吧。我们呢？吃药，好药啊！我又听到魔镜的声音了。为什么我扔垃圾桶欸？什么意思？太近哦！啊，什么？你垃圾桶？魔镜啊！真的？开水，我丢掉了。哦，掉在车上了。开完水。对，他在玩水，他觉得他很热。好惨！我感觉点阵要改，有啊，改进去了，我放里面的。还是又是 ENF 啊？不排除。反正我们现在有 ENF。通灵盒，对不起。紧张了，吓到了。通灵盒，通灵盒有摩洛伊进去。对，我还好进去。黑等进去。你有听到啊？我也进去吗？你刚刚有听到、啊？是繁星是不是？我以为是。我。OK， 那繁星灯。要开灯哦。要开灯。对，要开灯。他关电闸、欸。谢咯。那你拿个蜡烛吧。我开电闸。不像魔洛伊，它掉蛮慢的。确实，但是在黑暗中，它的离子还不掉，还是又跟昨天晚上一样。还是跟昨天一样。干，又卡 bug 哦。太扯了。星宇是不是背后偷偷的还没贿赂啊？啊，我跟幽灵是好朋友啊。你为什么是幽灵？昨天那个是幽灵嘛？是，确实啊。对啊。反正不像魔洛伊嘛。马萨卡乌云。动了呢，还是要一直问是差耶嘛？会咳嗽是乌蝇啊？咳嗽哪里咳嗽？讲话会喘气哦？是谁？是喘气？是乌蝇啊？你这次高一点了、啊，去问一下看看哪、啊、那个听众还有药吗？还有药吗？一定有吧，还一罐，一瓶，看一下50、61，好，我才去问，要问他厕所里面，对啊。我刚才厕所问。来，放一盒在这里。小心。嗨。对。进去厕所里面。嗯？没有哎、欸。不回应了。我在。你跑去哪了？没有，鬼房还在里面啊。还是刚刚是多人，有人要进来吗？然后进去里面。没有哎、欸，没回、欸。一直疯狂按就对了。好。来，进来啦，进来陪我啦。
还是拆。他走进去了。对啊，可是没有理我哎。进来，进来，那次进来。进来。没有，应该没什么差吧。一次完门哎，我听到是从这边来传来的呢。你在这里吗？哦哦。哦，有有有有有。没了。就走掉了，进厕所了吗？待会一个不小心，一个猎杀，四个一起回家。我先去车上了。我先去车上了。没有了。平均五十七，五十。还没有现身，拍不到。是，确实，他没有什么鬼魂事件。然后你就在那边偷灵盒，为什么妖怪也不猎？对啊。还是没有哎、欸，也不一定啊。嗯，真的、啊、妖，我觉得妖怪的那个找那妖怪的找猎根本就难测出来。就现在比较不像骚灵，不像骚灵。对啊，不像骚灵。所以说为什么点针又放上去了？我拔掉了，为什么又放上去？不是我，鬼放的。这是厕所。鬼放的。厕所是我拔的，我放的。不用啊，为什么？为什么要放？不是已经有证据了吗？放好玩呢。啊，对。反正不用钱。没错。这就是男孩子的浪漫。Okay. 是这样讲的吗？好玩就完了。是这样说的吗？为什么？为什么这相机在厕所里面？嗯，啊，就有人喜欢在厕所里自拍啊，拍什么就不好说啊。还没十二点，还没十二点，讲啊，说出来啊，大声说出来。这里会打是吗？啊，对，因为我用在厕所了，奥利，很喜欢乱跑啊，我跑全部没得躲。没有哎、欸，没有传气，哎呦，没有传气，没有，没有猎杀，不确定。在哪里？在哪里？嗯，只有两个速度有影响而已，一个要拍照。哎、欸，我问回应，他、啊、怎么离子还那么高？我又坏掉了。没有啊，还是用那个你问的，你问的会降的是摩洛伊啊？哦啊，对，回应都不会扣离子哦，不会啊。哦，好，这么难搞啊！因为就是要听猎杀吗？听猎啊，听猎啊，听，影响速度，你说有谁？雾影，你还是雾影，鸾魂。哎、欸，鸾和雾影，然后目前，怕你要拍照，啊、魂魄要烧圣木。怕你拍照你也看不了。啊？我可以没有你，怕你拍照还是可以。你拍完你会发现它完全不，它就消失了，然后你就要赶快跑了。他说：“你发现他不见的时候会消失，猎杀时候不会吧？猎杀的时候他会消失，然后你他可是他会消失，对，他会消失，然后他还在继续朝你前进，所以你要赶快跑。你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你要赶快跑。其实可以赌一把，就是餐厅那边可以绕。”你就试看，还是车库啊？车库没得躲，那个车子啊。嗯，确实啊。不会他趴下是不是？雾影的话就很好看的，对啊。如果你是遇到小朋友又是趴下的，然后你就看不到他了。你是说餐厅还是柜？餐厅桌子、餐桌。没有，不是餐桌，右边厨房其实最里面蹲下来鬼会看不到。我确实。哦
对，那个角度如果还没有走过来的话，他是完全看不到你。他们在外面啊、喔？没有进吗？那是我有在扣吗？嗯，什么在扣？我的理智。之前已经看过了，没有扣，不是摩洛伊啊。不是我在黑暗处哎、欸。现在也没在扣。哦，你是说现在哦 ？OK。你现在在现在46啊，有扣。哦，好。Hello。要撒盐是不是？好啊。你要在餐桌闹吗？还是？餐桌吧。我觉得车库比较大哎、欸。车库不能。比较安全哎、欸，对吧、啊？哦，右边。还是，等一下，下面还没看。啊，下面有一个木板可以躲。哇。烧了。他关电闸吗？50%。关灯了也，关灯了也。哦，可以躲，可以躲。不是雾影哦，不是雾影哦。裂了吗？哈哈哈哈。该裂了。刚刚有烧一次，然后58%，所以一点你能拍他吗？哦，没有，我在外面呢、啊。我可以，哎、欸，跑了。哦，你有相机是不是？我有。大灯吗？好，来，我放盐放这儿，然后这里吧。等一下，他大客厅的灯。那这样绕过来吧，如果绕他的话。好啊。那等下躲地下室吗？还是就是一直绕？地下室有一朵吗？可以啊，走到底，走到底，有个木板，到底有个木板。哎，提醒你们一下哦，没有雾影哦，所以注意一下。只剩下软团有速度音响。对，看不到鬼照片。烧第二次。烧了。你有圣木吗？我有。好，那你等一下，我在下面这里吧。然后你拍完，然后就烧他圣木跑下来，是不是也不像梦魇？他吓我，他吓我，小心面裂哦！希望现在能是顺的。网络又在搞了吗？我啊！哎、欸、屁的！我有拍到啦！有拍到。对，但是我烧掉了，微微裂了。他从客厅出来，微微。那你拍的时候，照片上有消失吗？我们已经满了，看不到了。没有，你那个左下角的照片上看得到。哦，你的相机，你相机的左下角。等一下，我关了灯。有看得到。OK， 那不说话你。应该是啦，这个应该他吧？还是你？喂，断麦。哦 ，Eden， 你是断麦还是消失了？喂。哎嘿嘿。那我断麦吗？是啊。哪尼？你叫完繁星，你就不见了。What the？ 来看一下那个。马赛克。我推的。看一下我的麦，。他是有麻利了吗？应该不是连上，又关电闸、啊嗯。我去看，跟我按了个鬼一样。等一下哦。好。骚灵乱。这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乱魂，一个快一个慢。骚灵会到、嗯、会整个乱七八糟。那绕他一下吧。看他丢东西怎样？你可以在这个餐、那个厨房那边不是很多东西吗？基本上你就会看到他一边走东西就一边喷。酒团、你们要小心哦，可能会煮不了力哦，因为他好像在客厅那边。对。然后有烧圣木的话，说一下哦，要用魔法表。裂了吧！天哪，你怎么在这儿啊？没有、对，不是幻影，拍到了。OK。有，我刚才就用手机把图片放大100倍看。不是你先躲吧，你先躲吧。好啊。那、你怎么踩了？已经，我等着你裂的时候给你踩的。这鬼怎么这样啊？又踩了！我不看了。没得玩了，我下面等他了。
不是蒙，还是平平一下。好，平一下好了。好久哦，明明就一直跌两次，然后现在又不跌，没有，已经三次了。三次吗？嗯，两次而已啊，两次而已啊，三次吧。没有啊，第二个十字架没烧啊。哦，是哦。第二个十字架在这里了呢。哦。是呀。裂了吧？裂了，裂了。I'm here, I'm here。不是软婚。I'm here。他在前面的房间，他进婴儿房了。I'm here。啊，去啊，过去啊，过去。走、哦。蛮、欸、快的哎、欸。没有，不是软婚。不是软婚、欸，结束了，结束了。他刚刚在哪里？他刚在这啊，电脑房、啊。我还没烧他呀，他就结束了。他，哎、欸、呀，从电脑房走出来，一走进音乐房，一走出来，一走进电脑房，一走出来，再走去找你。他就一直在绕。他们东西不太多，东西没有什么丢过。其实现在不是摄像机牛逼，你看丧尸底，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玩，看不到这个。但是这个至少还是看得到啦，有可能。然后我们就只有一个证据。电脑房那边东西不太多。有点。哎，我在车上哦。电脑房出去了，过去了。没有很丢。常数不是怨灵，啊，不对，不是暖魂。哭啊！结束了。哎，等一下，我在哪？哦。啊！啊！我来救你了，救你了。啊！我。我救你了，救你了。哈哈哈！他有烧到圣木眼镜子。那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多久了？我不知道，没看。等一下，烧那个圣木多久了？你刚从上岸的、啊？我刚没看呢、欸。好、哦。哎，好久了。而且人都在外面，怎么看吞破啊？哎，要我死就要说嘛。那我腰下一跳。躲起来。看，我想看他。魂魄烧灵妖怪，我这里是。烧灵。等三分钟对不对？根本不烧灵哦，不是烧灵，不是烧灵。墙壁上的那三个画还在。等三分钟对不对？如果是烧灵的话，金子那就一定是魂魄了。刚才奈斯这么叫他走过去，烧了，烧了。所以那不是魂魄，不是魂魄，那我是不是被打脸？太快了，对，好大力啊！那就是妖怪呢，我这里，我这边，我不知道哎、欸，反正刚刚狂叫他不理我，叫他杀我。一开始他在这边一直徘徊，他没有过去过来厨房。我觉得是妖怪。哎、欸，请问猎杀结束了没？没有啊。他烧十字架，哦，他烧的是十字架，没有猎杀。我现在出去很危险，对不对？好，对，我等他猎完了。哎呀，在门口啊，在门口，他站在门口，他贴着我们这里的门。真的假的？外面有人。进去了，进去了，进去了。
这摄像机透过这个门直接看到贴着贴这个门，外面有三个，给我出去！给我出，我出去！让我出去啊！啊，结束。要怪吧，这是哎，怎么刚好第一场就来这么难搞的？第二场吧，这个是。该第一场我们很快啊。好喽。哦、啊，来了麻烦的鬼，不是好认的那种。因为你知道这地方其实还蛮窄的，很容易卡点。对吧、啊？嗯。啊，走喽。所以不一定。妖怪吧。第二场28分钟，第一场的2倍。看你为什么突然就会算你们玩的时间？你在算我这边是不是有魂魄是不是？妖怪啊，理智降为零啊，解答了，解答了。换模式回房，我要换你的 main 图了哦，好喂。我很爱换房哎，他五次了。因为后来他好像换去电脑房了。我进电脑房的时候有图环器，嗯，对，所以有啊，在那附近都拍到他。哎呀！下雨呀、啊！来啦，来啦，老弟，老六头戴啊，老六，来老六是谁？哎，进去了 ，OK。开店长，开了，开了，音乐盒。怎么每次这里都音乐盒？你能卡吗？你能卡？我这灵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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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红色帐篷这里，外面，对，这里啊都不能卡哦，对，都不能卡。然后我看到灵球，所以通灵和寒温紫外线全部测一下吧。你好，你好，你是不是在测试？没有被 gank， 被 gank、哦、在鬼房里面被 gank 有点恐怖哦，真的耶。是吗？那个，哎呦，干嘛？是你还是我？不是我，还是你按，哦，你按左键的时候有可能拉到了他。没有。你说有灵球要测哪三个还是哪四个？寒温、通灵和紫外线。好啊，温、通灵、紫外线。哦哦，你关了。关了。敲木板，是，我永远都不知道他到底敲哪。对啊，就 EMF 我看他是敲哪吗？ EMF 在哪？这里啊。哪里？这里啊。哦，这翻了，他指这里。哎，那个门有动一下，门有动一下。有吗？有飘一下。我收音器没收到哎、欸。嗯。风在吹吗？这里土性。没有很活跃的感觉耶。还没有那么活跃。
先找一下骨头。哦，你在用车控车是不是？那我先离开。说话了。用很久了，那都没回。哎、欸，灭吗？雾影，雾影，雾影，门关了，门关了，门关了。雾影吗？他刚刚有减速。烤鸭的。他为什么有寒魔吗？寒魔，寒魔，有可能寒魔。哎、欸，有不对，他在那边加蛮快的。那为什么会减速啊？理智五十七、五十八。大爷吧。完了，我完了。你撑住啊！啊，听到声音了。啊，继续杀哦。对啊，快点去杀。我看已经绕进来。哦哟，我看他的手诶，刚刚一瞬间。不对啊，你刚才说雾影的时候不对啊，那个什么有灵球就没雾影了。那为什么说我听到他减速哎、欸？应该是踩到我烧他啦。没有，他烧你烧踩到盐巴吧？哦，踩到盐了、啊，他没踩完啊。吧。刚刚的烈，刚刚的那个五十七，他全地图都很快，大爷。哦，那个是踩到盐了。我想一下，现在是三十三。二十九到三十三，二十五到三十三，加三十，早裂，差耶！我觉得是他差耶。他要么差耶，要么离婚，应该差耶的可能性比较高。会加速的。他是稳定加速，然后。我刚刚有仔细听了一下，他没有因为视线加速。你知道吗？该戴斯跟我说雾影的时候，那速度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雾影的时候，你松开的手对不对？那戴斯跟我说雾影的时候，我想说啊，雾影哦不能躲哎、欸，然后我就跑出来了，然后我就看，然后我就看到戴斯照片死掉了，啊，那鬼一转头就找我。我看到，我有戴圣木是我活的。好怕哦，还在你去吗？好吧，差爷。好。然后出来离婚。那没办法。那只能说他刚好模仿差爷。他学得很像哎、欸，只能说。他学到差爷，那我只能说没办法。雷魂。雷魂。哦，你们那边有电子设备。没必要。难怪全地图都那么快，你们死在不同地方吧？笑死！死得好惨呐、啊！死得好惨呐、啊！我说真的，我真的没有听到他的那个速度有减缓过哎。可能那时候你没那么近吧？敢不敢不要下雨？因为他在我旁边看你，突然快，然后突然就慢了。钱钱又不见，没啦，不是钱钱不见啦，就是赚的比较少而已。赚的比较少，钱钱没有不见，只是钱比较少而已。钱哪有不见啊？没死啊。没死，钱就不会不见。对啊。没死啊。金主。我活得好好的。我活得好好的。哦，有人说你这场会死，我听出来了。礼貌。礼貌呢？好了。礼貌呢？好了，我到了。哦，开门卡了一下，一定有鬼魂事件发生。卡耶。那你。紫色可以，可以卡。哦，不错哦。哎，两个都可以卡，哎，不错哦。哎呦，不错哦。鬼可以玩我们的脚了。那你？哦烧脚脚吗？烧脚脚，烧脚脚。对，哎、啊，你们帐篷会再把它关回去吗？啊，什么？大的帐篷好。没互动哎、欸。对不起。
也不是，没看到灵球。哎，六点八，后面哪里？白帐篷吗？砍柴。那不是砍柴，那木头师，木头师。猴爪那边。哎，猴爪那边。猴爪是在哪里？哦，这里哦，吐烟了，吐烟了。这个通灵盒啊，佩青，佩青，青，青，佩青，好的青，这个 hello， 没反应，没有反应，禁止到我猛一定会好好活着，封杀小啊，他们造谣帮。没反应，往左找。哎、欸，点阵的，点阵，点阵。哦，是哦。嗯，有闪一下。没看到。哦、我终于看到点阵了。太准备看到点阵了。现行幽灵秋瓜。哦。拍到鬼的，碎的。我刚刚没找到。有拍到鬼是不是？画面模糊。有鬼本身在里面吗？鬼没有，但是画面是模糊，不是清晰的。哎、欸，你来，我在拍他吗？这是星际。不要，这不能啊！他不能拍第二次，第二次会他会算你没有星星。哦。没有，你知道现在其实拍他那个拍照已经没有模糊的效果了吗？我不知道啊。所以你真的没有看到鬼在里面的话，哦、那可能是幻影哦。没有，还阴死你吗？还阴，还阴死不是你猎杀看看，反正可以卡。先把照片拍完吧。嗯、我拍完了，我能拍的都拍了。拍一张。哦，所以现在是拍第二次鬼就没用了。好，来插一张，谢谢，感谢。OK， 拍完了，待会儿看到没有骨头。看到鬼拍一下，看看他会不，他是不是真的会消失？哦，现在就可以了。他消失了，那就是换你了。好，应该没有离婚。如果他消失，就是180%。然后鬼魂世界会继续，还有猎杀值到了，各位。各位啊，我还在找骨头啊。我也在找啊。还是你被他哦？我没有哎、欸，我没听到哎、欸。你，我看到你瞬间扣，我没有听到喊、欸，幽灵，你有听？你有听到开那个帐篷门的声音吗？嗯，好像是有哎、欸，没印象，雨声太大，雨声太大了，20哎、欸，是哈，啊，被喊20吗？20啊，那是该50的，是哦，对啊。我刚没看，我没有注意看到。没有相信，那就信大叔了。不对就，不对就是 A 的那锅。我不需要 VCR。好。不对就是 A 的那锅。运动感测了，没。运测运动。我先走喽，我有课。骨头还要找。走，我陪你找。去了再上。要先补一下。头到底在哪？镜子你刻一下镜子，你刻一下拉高一下。小骨头，骨头又不见了。找到直接拿就好了，不用拍。哦，好。啊，找到了。你是鬼吧？你是鬼吧？我是镜子。白帐篷，我没看到哎、欸。低于25%，刚看到繁星，瞬间扣理智。有人要拍鬼吗？没人。然后又说看到20，你知道我今天为了……还有一个说到看到没有鬼，到底是怎么回事？猎杀吗？看超快、欸，开不了门，开不了门，超快、欸！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
我死了。再见了。我想说，我的精灵盖都跑来我这里可以救你。我说，哦对耶。有啦，有看到鬼了，看到鬼。如果你过来我这里，我有生路。哎，我应该把你拉下来的。他蛮快的，他蛮快的，哇，超快耶！是鬼吧？他是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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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了，好了，下来吧。是鬼。你知道我刚刚就想在另外一边，结果他不允许，他就开裂了。另外一边是他的，很快，他很快，是刺鬼啊、哦！痛还没解。怎么知道啊？哎、欸，嗯，不是、欸，不是是鬼呢。我们理智还很高哎、欸。我刚刚50以上哎、欸。那么你要注意，就是我们队友死之后，我们的理智平均理智会扣15%哦。刺鬼的证据吗？不是啊，刺鬼的技能啊。这个是弱点规则。那是早猎。他早烈，差爷跟雷魂的一样。你又是差爷吗？女妖呢？上一场是女，上一场是雷魂。女妖不早烈吗？繁星第50啊。可是，他有追我，吗？对。没有，繁星死了，那他当然追你啊！你讲什么东西？我刚刚是，对啊，因为，我刚刚是准备靠近萤火、啊，他才出现、啊。他从萤火中间跑出来的。对，我只能说早烈。我觉得鬼房换了应该是换。对，运动感测器，早知道我引来运动感测器这里了。平均你这低25%，可能还要再进去。关电闸，我操！怎么运动也解不到不知道是哪儿。萤火附近。你在那个小帐篷旁边放运动感测器。啊，对对对对，反正就在上面，他会走过去，不是吗？对啊。可是现在一进去，他有可能一进去就裂哦。拿出你们的圣木。对啊，拿头带。掏出你们的圣木。有人没带头带啊啊！我这边还有一根给你们。哦，我想说你给我一根，然后我看到的是相机。看不到。我想说你给我一根相机。这把是我的锅。还不够，那个运动感测。还是要放。你拿是不是？我没拿。你看他头发超亮。他是不是？你拿换了吗？头灯，你拿头灯吧。你们要注意听一下速度。有声音感测没放完。对呢。对啊，对啊，就是没放，所以我才说你们要注意听数。怎么就11点了？好神奇啊！怎么就11点了？怎么还没100等？可恶！还是要拿一个你拿声音感测，然后运动感测，你就放了声音感测，就去捡那个运动感测。好。在哪里啊？这地图看一下。我想要声音感好了，女妖吼，对不起。那边，哦，好远哦。帐篷旁边没有，就帐篷旁边而已。你刚刚的帐篷很近很近。可以先放声音感测，然后先卡吧。然后我可以跟你们说，如果女妖的第二个目标是我的话，她不会猎杀。如果是女妖的话，先卡，只剩我是50%以上的。啊，走，我卡进了。好，可以。来看一下你们的理智，如果降到零的，会不会裂？运动感测器有拿到吗？这里吐气，我吐气啊，我这里吐气。它在这里。啊！你们不是要拿运动感测器吗？可以下下放，怕他猎杀。哦，哎呦！OK， 快，很快，超快。
速度很快是不是？对，超快。应该是，我觉得像雷魂哦。因为他走过来的时候，我这里超多电子设备的。雷魂是吧？他像雷魂。那就把电子设备全部关一关，然后蹲进去那个帐篷里面了。一点烧烧。要烧吗？要烧吗？烧烧烧烧烧。啊，没了。完了。结束了。有啦，也到了。给你，我给你我这一分。在哪里？我看一下啊。啊，秋花。麦当红，那边。你们很熟练呢、欸。嗯，什么熟练？我们还要等他测完运动感测再。上帐篷的速度很熟练呢、欸。哈哈哈哈哈！真的是从尸堆里面爬出来的那个效果。炸灯。不是。好听。我有上到吗？其实我很会唱歌哦。应该是有吧。好吧。然后那时候突然就然后叫 Aiden 再见。Sayonara。嗯，至少不像女妖是吧？啊，这个我会学。但是这一批东西有点难关。真的耶。声音感受又要丢走，运动感受也要丢走。嗯，关掉我就好了，为什么要丢？这些，那是我8000以下的。啊，那能。那个能直接关掉的吗？我是没开过，没关过的。对啊，我们都是拿起来丢。我看一下哦，好像是有加速的。雷魂，有加速吧？他在右边的时候还好，但是一到我面前就很快。我听到有加速，烧、okay. 他吧。那烧，待会结束后你们就可以出来了，任务都解完了。耶、yeah ！是，哇，你不用这样哎、欸，超级女妖的耶，哦、一直在那边秋瓜。他很快啊，真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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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开始是有点慢。雷痕是2.25吧，记得没错的话。然后变快了。他比差爷还要快。没有吧？他刚绕最年轻的差爷比较快，绕萤火的速度不太像这个声音哎，没有啦，绕萤火的时候没有快、啊，那时候没有电子设备啊，哎、欸、那边没有快啊，他照比你超快的、啊，而且雷魂是他看你越久，他会越快越快哦，哎呦，对啊，所以他会越来越快啊，嗯，变态啊，你怎么没下来救我？你就在上面说繁星。只会叫我过去、啊，你不会过来吗？我过去就是一次死两个。不会啦，你就烧了他自盲，我们就看谁啊。如果我还上不去的话，那就是我倒霉。笑死，对吧？合理吧？好啦，走吧。所以我听到的瞬间加速，对对，该是有瞬间加速，没错。放啥？没事。那你为什么要蹲在我面前？雷魂儿。我点阵升级了，太棒了，3000块。哎呀。一到两场之后就可以。一百等了。没有。哦，不是哦。一到两场结束后。就有理智要三级。哦，肾上腺素。没错啦，加速度。他这里就是，他就是用了之后会直接回到他那个指定量，直接回满，然后他会加速。哦，就是前一个版本的，然后只是有加速效果。对，他那个加速是没有限时间的，好像是10秒吧。就是你体力无限，应该说。
有吼，体力无限十秒左右应该是。头戴，头戴，你们头戴没戴？头戴。没事，我都习惯不戴的。我怕镜子看不见啊。我怕他没安全感。没有啊。那我也戴一下。干。傲娇，后先舔一阵子，给我舔。没有啦。给我舔地上的盐。音乐。八音盒。嗨。啊。哎，地下室。那我直接下地下室。好。车库能躲。两个点，骨头在厕所。好，我来了。看一下是什么骨？哦，我都没看。好像我捡一下，不确定我解锁了没。哎，这个哦，你捡捡看啊，那你捡。因为之前跟他们玩骨头，我捡，我应该是没差。这个可以躲。地下室没动静，灯开了。我怎么听到手机声音、啊？我是为了听到手机声音。我手机。哦，你家有反应是不是？对。啊，真能把手机动了。走廊，地下室走廊。好。我想到奇怪，我没听到丢东西声音。走廊丢东西，在这里。哦，我刚才没看到，没灯，没开灯。温度也比较低。这也是吧。我关灯。这个通灵盒。嗯。啊，如果要测通灵盒的话，其他人最好是进房间哦。因为他走廊的范围其实挺悬的。没事，我上一楼了。没反应。没有反应。又丢。对。三。后门。哎，指纹。紫外线了 ，OK。拍一下。拍一下。降下地上。玉林先删了。有三。门口有三样东西，拿下去一下，谢谢。然后提醒一下，指纹的话有恶魔。也可以多射几次，看看是不是每次都会有紫外线。逃离。现在逃离是诅咒也可以啊。嗯。那以前不是也可以吗？以前不行啊。啊，是哦。我怎么印象中是可以的？没有，就任务，我记得有几个逃离是不行的。啊，不对，十字架说全部逃离都不行。我记得只有十字架主殿是不行。没有，以前是逃猎都需要正常猎杀。哦。我的天哪！家人吧。哎，他开灯呢，又关灯了。指纹。正常指纹。Scream， 平均60，有点低。
平均60的话，要顺便测女妖吗？好，我躲车库。谁先躲？谁先躲？车库两个躲点。只有你是最低，烦心的。他又在骂我低了。并没有。我们只有五个照片哦。没事，我们有四罐药。烟还没撒，还在路口。那你？刚身上满了，然后有一个人看到烟，就不理他的回车上。50以下的。哎，真的假的？可能是我吧，抱歉。因为我刚刚回车上拿多一趟东西了。对啊，锅盖。只能说，如果是女妖的话，有可能不是凡心。再听一下看看吧。还有继续测吗？啊？要降到50以下。哦，你说平行？对对对对对，因为只有恶魔早恋，其他全部是50以下，50列上的。我以为他的打火机是可以点燃之后放地上的。不行，有一台被推倒。被推倒了。OK， 50以下了。我看见56哎。对啊，我看50，这边有。那你？我看51。但是最低最低有50以下。哎，对。动物电闸满了。不。46 50 47 52都没列。女妖的话肯定不是繁星。都18000多还不列，有点太奇怪了。如果是女妖的话，我回来了吗？还是没有，还要继续。好，你要降到零。哦，我要到零哦。对，要降到零。没事，待会回来嗑个药。40最低，恶魔先删了，不像。会不会他是因为善良的恶魔？少了。会不会不是女妖啊？有可能不是女妖，繁星可以出来了。我爬出来了哦。他是不是关电闸？好像是。不是。他现在烧一次就关一次，就全部亮灯都关了。繁星先出来嗑药，嗑两罐。然后要连续嗑吗？还是等到满再嗑？等到满了再嗑。哦，反正还要嗑，嗑两罐就好了，可能。然后待会今天先把照片拍满，再换一个人去蹲。然后。满是多少？30%？25%。哦，剩五。可以吃了，可以吃了。这盐都采了吗？就三。走吧，可以下去了。哦喂。再走一罐盐吧，再走一罐盐吧。哎，他关电闸嘞。真的关了。真的哎。那巨灵先删呢？
怎么了？盐在哪？盐没放啊。哦哦，对的。上面这里门口，上面这里门口。这有个闸。我杀三罐了。看看一下吧。温度计，温度计在这。3.4，哦，惨了。我拍脚印了。我拍了，我拍了。我怕这是假。只是这可以拍啊，烧过的可以拍啊。问题是它在岩堆上面。我踩到岩，踩到岩。哦，它是踩到岩。不拍它。你也可以选择把石头拿起来丢旁边再拍。怕的是。拿起来，然后他就看你。没有啊，他你拿起来，如果他还在范围里，他会直接烧你的手上啊，然后你就会羞腾腾把它丢下来。好，拍完了，拍完了。那是要跑裂跟鬼照，鬼照哎，平均41%哦。我开灯哦。哎，你们没开电闸吗？我开了，我开了，我开了。哎，楼下是炸灯的吗？炸了吧？没炸。等一下，平均48%，我好像有点低啊。有剩下幻影女妖、烧灵鬼婴幻妖。哎、欸，烧了，烧了。记得丢手电筒哦，要测鬼婴。等下拿里面丢。你现在看得到吗？这个我看不到，我想说，我只是想照个路。我再拿多一个来。哦，要逃的。被杀！哎，被杀了。噔噔。这攀爬呢，有点，还是要往上滚哈。你有带相机哈？烧他，烧他！关灯，关灯！哦，有拍照。如何？顺利，顺利的三杀。好。结束了吗？还没吧？结束了。我没看到手电筒哎。这。再蹲一次吧。帮你开灯，帮你开灯，帮你开灯。再蹲一次吧。鬼音有测出来鬼音吗？没有看，没注意看手机。刚没有看。我们在拍鬼照、哦。而且要听的时候，就是照相。那幻影呢？幻影要看那部相机。不是啊，你拍完之后鬼还在吗？你看相机的小图啊。这我拍的是什么全白？我看不到啊，我看到是全白。不是这部，不是这部吗？小心你那个给我看一下。你会看到一个很白痴的挡在我前面。我觉得这不是我的，是你的。我看到一扇门。哦，是哦。我看一扇门。我拍到 Aiden。那不是拍圣木的。哦。哇。再一次，不啊、我感觉不是幻影啊，因为幻影它会消失很久，我看它没有消失很久。哦，那应该不是幻影，鬼音烧灵啊，烧耶、yeah. 啊？没、欸、关灯，烧关灯，关灯。哦，烧圣木，烧圣木，不烧十字架啦，不是木啦。他刚刚有走上来吗？有，有啊。不是烧灵，不像烧灵，我觉得。哇，你们两个真的是感情很好哎，抱来抱去。我看，
我看到餐桌上的那个杯子那些都还好好的，不太像烧饼。我自己觉得啦，不太像烧饼。哎、欸，嗯，不是，上楼，有心闪呢、欸。为什么就不是的？对啊，鬼音吗？不像鬼音，他没什么就不生，没就不生。OK、嗯。没了，结束。没有不声，完全听不到不声。那就出来，回应。我只能听到他在地下室的声音。对。他上来之后就听不到脚步了。嗯。啊啊啊！你们都全部归零了。不归零。归零。好了，走。快哦，十一点半了，好快哦！三十分钟前才说过，好快哦！好快哦！找一个鬼。我明白。还要一场。嗯？还要再一场。还要再一场才有。可以打针了。哎对，换一关，不要这么 K 的，不然怎么测妖怪啊？一直 K 来 K 去，他卡脸就卡爆了。他知道在哪边躲，还在哪边绕啊？厨房吗？我说知道在哪边绕还是怎样啊？绕的话，你可能要问其他人。我没有在绕了，没有在遛鬼了。哪一张图啊？小木屋。小的木屋。二层木屋。我说刚刚说要绕的。哦，对啊，就是这一层这个地图啊，哪边可以？沙发区。厨房。嗯。没看到电房诶、欸，应该就这些，是对吗？餐厅吗？酒吧、餐桌也可以，对，餐桌也是可以绕的。酒吧，餐桌，不是白银盒，然后哎、欸，不是塔罗牌，然后厨房可以绕，不是魔镜，工具房店长，通灵盒，有人要玩吗？通灵版吧。通灵板，拍了吗？我拍了。OK， 那啥开了？有过黑。哎、欸，都是鬼！就是那间房关门。哎，哎，是有道士、欸。孔，我听到孔。哦、我关。哦，好。12度，11度，丢东西。哎、欸，指纹。我拍了。又丢。我靠，又丢。安全起见，先放十字架。啊、里面温度也一样，算同一间房。对，白雾哈又来。哎、欸，这么延迟啊你？不对，不用测了。不用测啦，指纹。也没看到灵球，不是迷魂，不是玉女，也不是寒魔。啊？怎么快就关电闸呢？不是距离，高科技。感谢马布的揪团 ，Hello。
运动感测器。女妖森林恶魔幻幻妖。自驾阻止鬼猎杀。我找一下刚刚想冲去看鬼在哪里，赶快拍他。我也是。不知道有没有，可是来不及，他就砰了。他就凉了，什么都没了。我的理智怎么这么低啊？看到炸灯的关系是不是？怎么了？运动感测是放二楼吗？我放一楼啊。啊，我放天花板诶，是这样子的意思吗？那我是要放地上。那你，我天花板它地图显示在二楼呀。我放地上，我放地上。没有，是解了，现在是解了，所以没差。哦。所以它显示了好久。哦，你骨头找到了是不是？它关灯吗？没有，我关灯对。现实等下，他在正前方还是正前方？哦，拍研发喽！我都忘记那个灯被炸了。对。哎呀啊，先生，为什么有个生物在地上？哦，我手满了。好，不用溜他，还行，我真好。可是要溜的话，这边也是可以吧？可以啊。哎、欸，这边变那么宽了、喔，这边不是原本有个小桌子吗？有吗？没有吧？另一张图吧。啊，白雾，白雾哈。他玩我灯。平均50啊，各位。我收音收到两次。平均为低，要先克吗？先克吗？要克吗？还是顺便测一下女妖？我去躲啊。采烟。刚好我们平均都很低。手机在里面。地上，门口地上。有哪里能躲啊？反正蹲的话，应该很快就可以测出来的，不用像刚刚那样蹲很久。我们这次平均很低。但是你要进去的话，你什么要准备好欸？有。OK OK。啊，那把你给砸哭了。A 等不要进去欸。没有。因为如果待会儿猎杀的，他要么是58000以下猎杀。要么是女妖是的目标是他们两个其中一个人，但是如果他们待在里面都不裂，我拍十字架啊 ，OK 裂了，烧了一次，这不能躲哎、欸，所以如果是女妖的话，你们两个应该会是目标，那你们先出来吃药比。你们两个先出来吃个药。那两张照片，
嗯，看到哪里可以躲吗？没，我没看到，没看到。其实那个柜子啊，它虽然不是一个很安全的躲点，但是还是可以躲的。你看你心脏够不够大哥？你说桌子那个梯子下面那个、啊？对，因为我之前我在这边玩过无躲点的，没有躲点的那个，我就躲在那个地方，可是鬼都没有找到我，但是卡死脚了。那是你吃了吗？刚吃。哦。那个不是早点吧？没有早力啊。把恶魔先去掉吧。至少没有早力了，我觉得不像早力。早嗯。那就换。啊，你们继续。换我们进去撤了一点。要拿手电筒吗？要拿手电筒。哦，我有，来，我丢地上，我都丢地上。看我们进去里面测了，就是把梨子弄到58%以下了。要带什么？我想一下。其实没有特别要带什么东西。照片剩两张。那顺便去拍一个照片吧。走啊。拜。烧外面的，烧，哦，拍照啊，没事，我以为你在拍十字架，是吧？这里可以躲吗？很心脏很大颗啊，你敢躲吗？要很大颗。躲那么里面哦？这里可以躲，有个屏风吧，而且二楼。躲这么里面呢？不然你没地方躲啊，要躲哪里？嗯，还有另外一个躲点更里面啊，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躲。你们有拿电筒吗？我没，没有哎、欸。你俩十二，五十六，五十九，就不太能进去，进去就裂了。平均多少了？54，有碰到46，52。Okay. 那就代表说呢，非女妖的都可以开猎杀了。烧一次。嗯，烧，那不是女妖了，不是女妖了。走出来又走出去，剩这四个又红烧，烧外面啊，烤腰，这鬼喜欢听歌，这不是歌吧，广播吧。歌吧，你知道吗？听电台，电台它是播歌没错。这个又是什么？你说我拿着哪个？我现在拿着吗？还是看我没有看到这个什么时候问的？如果你是问刚才那个很大那个圆圆的那个，就是声音感测器。运动哦，收音器收音器。猎杀了吗？对，猎杀了，我被关门了。不是鬼影，不是幻影。哇靠，剩这两个。走路很吵哎、
陈慧荣。别等，有事你上。喂，我没点到。哇哇，你没烧的？没有，我没点到，我没点到，来不及了，我来不及点了。应该是换妖。换妖？你做啥？没看到他换形态。不是，我看起来不像烧鼎，我走过都没怎么丢东西。有啊，这有个小杯子。一个啊，然后这里全部没动过、啊，全部都是可以丢的。然后这个桌子上面还有杯子也是可以丢的。看一下哦，确实啊，不太像烧鼎。一楼也没有丢太多东西。一个而已啊，也是看到一个两个而已啊。嗯。换妖吗？但是我没看到他换形态。可能他在楼下没换，他上去换的。哎呀，数了，喷钱呐！哎呀，刚刚谁乌鸦嘴呀、啊？抓出来扁、欸。所以说镜子那个位置是不能蹲的、哦，会被看到、欸。要绕那个要微微偏一下。对啊，我想说屏风不是能躲的吗？什么？我这里就是换药而已，我的选项。啊，没有减速吗？减速加速都没有。可以问一下，你刚刚看他烧是几八仙呢？四十几。你们死之前看到是39吧？哦 ，OK。可惜我们两个离这里是见。那就换妖吧。没办法。然后是恶、那個，结果是恶魔。你说有事我先点，我知道。我想说我在听脚步，我看不到东西。哦，我也看不到啊。对，所以我来不及点。看到的时候我已经死。你们点圣木会不会卡一下？换妖。励志妖。我这换妖上去才换形态，太狠了吧！死掉他没有这个流程倍数哎，拿200多块。对呀、啊。我没点到换腰是不是？白痴哦、喔！啊，你没有点到哦、喔。没事没事。凉了。凉了。凉了。又烧钱了。又只有那次拿到满的。哦不，被扣工资了。哦不。还是我眼瞎，其实他有换形态。没有啊，因为他不是随时都会换的、啊，他最低限都是换一次而已，所以有可能他只有换一次，然后是你没有看到的时候换的。但就是他上楼上的时候换，你没看到。对啊，也有可能是他在原本的房间里面换，你没看到啊。能够确实看到他换形态的，应该就走营地吧。好点。哎。最后一场回来我们的营地。他是真的在楼下。但我有一两秒是他在镜头外面，我看到他的时候都没换，太狠了，是换妖。对镜头那么敏感，为什么来营地都很常在下雨？对啊，我就只有好像玩过一次，刚好是怨灵的那一场。礼貌呢？走吧。他丢东西。哎、欸，是啊，营地里面，营地里面，萤火堆里。九度、七度，啊，六度，还要变九度了。哎、欸，弄帐篷。好了。
对，我没有可以撤。把东西丢一丢，撤个那个。哎，还丢娃娃。可是他在那边动东西，你确定撤得到吗？啊？反正我一直按。游荡范围那么远，玉林我先删了。对，为什么看到这么多这么多个洞？哎呦，你测到了、欸！哦，放你喝 ，OK。还有一直按，哎呀，我没翻新。那为什么这边吐气啊？他在那边，嗯，这没什么意思。的意思？没有哎、欸。啊，你什么意思？黑到了，我好猛。嗯，很暖和啊。完蛋了，我们的默契。太默契了，其实是我还好，就是对，没事，速度很快嘛。麦斯，你要进去哦。啊，好，觉得有点像暖粉。嗯嗯嗯，我这是暖粉吗？确实有可能暖粉。他又动帐篷了，我没看到哪一个。地上有那个，那是可以出来的，不像摩洛伊，不是泥魂。好什么？哦，地狱恶魔，他在这里吐气。对啊，哦，是三级的。真、欸、不会吸吗？会啊。哦，他卡了一下。是吸比较快吗？会不会比较快？不知道。我知道有那个怨灵的时候，他会点阵，他会把这个银魂吹掉。哦，我知道。这是要考点阵吗？他是跑去另一区的，是不是那个鬼对方？紫色帐篷那边会吐烟，现在没吐了，很小，感觉换到那三个大帐篷的地方，对，换过来了。哎、欸，这里才烟、欸，我这里才烟哦。哦。OK， 不是魅影。我觉得很大几率是软骨，这个五度六度，我得走吐烟，跑过来这儿，但是温度都好奇怪啊。很大几率是软骨，是不是？对，很大几率。那就听力啊。我把一个十字架放过去帐篷区。十的真的正好找，十的钻大概就是以前完美的那个钱吧，一开始的完美的那个钱。初级的时候，两百多块，换过来一个这样。哇，这个萤火烧的声音好好听哦！居然吗？好温暖哦！他哪里闪烟、啊？那我走帐篷。哦，这里，这里也吐烟啊？那、啊、就是这里啊，这里会吐烟啊。是又吐了。有啊，这里有土啊。又土了呢？为什么？转魂吧。倒听起来，再看起来这样子。再试一下。转魂的话，只有主魂的位置会吐烟啊。差点，我现在我卡帐篷哦，然后是吐烟的。三个帐篷这里又不吐了。对啊，我这里会吐，我这里有吐烟了。我这里放一个时间进来，我觉得好。哎，镜子。嗨。这一关。哦，真的哎。啊？怎么了？半头没有那个，理智药。No。嘿，怎么了？酷啊！感觉是，感觉是用嘟的，有点久。
有机会猎杀咯，刚刚我看到碰到40多%，一等立马冲回去吃一下。对。我没了。你没了。灵火。哦。灵牙没了。灵牙没了也太可怕了。哎，这里面前的蜡烛熄了吗？熄啦。所以出一了。不知道是用完的还是那个。没有，不是用完的。我现在又不敢进去。不是用完，不是用完。关电闸。没距离。不知道了。我没带圣木，完了。只有你那个可以卡吗？两个都可以卡，我记得。OK。哎，照片少一张哎。我知道。我也拍不了我。哎，我拍过了那两个。我也拍了。他现剩0.5秒，好哦。他唱了0.5秒的歌。那只有我在里面吗？对。OK。我是很想进去啦，可是你怕一进来就开裂。对，就跟刚一样，同一个套路。这时候你需要一个圣路，有我拿，你就冲进去。如果他开裂，你就看，你看他，你快追，快被追上的时候，先我在 A 的旁边，好，还没救我。不是，直接到旁边那个小帐篷。现身，这个现身。可以，可以启动帐篷吗？摩斯密码。他丢我沙包，好吃吗？是，如果是红豆馅的不错啦，这是沙子做的。认领我还没有测，目前已经吹过两次了。你们有人有打火机吗？你可以用那个打火机打一下看看，打开，让他看看他会不会水。没有。想说等他裂一次再下去。哎呀，你是说？可以唱歌。没有，你手上的打火机。对，我知道。点火。对。如果我还没点到它就直接裂的话，好，没事，没事，我可以。哦，你被拉了。没有啊，我自己。你不是叫我去点？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他说你拿在手上，然后开着打火机。哦。对。快！我靠，危险呢。变慢吗？很慢是因为圣木效果哦，应该是软化，它变慢，它比正常还要慢。我没听到。我也听到，它是偏慢。你的软盆呢？软盆配够够了。因为我在那个 CCTV 看不到我。哎，刚刚开的手速如何 ，Aiden？让我拍个照片。你们要进来赶快拍个。拍了。好。再差一秒就死了。有人都拍了。
拍美，有一个鬼啦！我跟酸晶同一个时间拍下去，两个同时好像拍到了，再看了一下，完蛋了，完蛋了，怎么？我还是那个软魂吗？软吗？软魂，好，软魂的 twins。我看照片还是有点杂些的，拍鬼的话。好像不知道耶，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哦，我的摄影机也升级了。好了，修了。好。感谢了。这摄影机这么便宜哦，怎么这么奇怪？还是你们要门上高级去，我是不行的。他们两个等一下去玩那个吧。对，我们去玩新游戏。对啊。哎呀。好啦，关台。好了，辛苦了，辛苦了，感谢粉晶，感谢的，感谢奈斯，辛苦了。有没有？这就是我说的抓鬼补习班，他们都是抓一个证据而已，就真的只有一个证据而已。然后稍早我会说啊，是温柔的鬼，那时候因为是那个啦，那谁，你魂是会给灵球。然后又发现灵球又有另外一个证据，就是确定是你灵魂，所以才会说你魂那么温柔啊。睡到下午安安，抱歉，抱歉什么？抱你好了啊，爱困了。直接没有睡啦啊！我要来分享我今天米米终于帮我圆梦的事情了。看看哦。哎，谢谢 Aiden。等一下，信。哒啦，抓到裂空座了啊！只是还没有传到 home 啊。好啊，什么？穿女装哦？你要穿女装哦？哦。嗯。这件事我其实为了抓这只十点起床。因为早上安妮一次开到七八点，那那时候我是直接偷偷跟他说我先去睡了，剩下的玩我起床再补，那就睡在闹钟十点起床，我就跑到楼上来咳咳，然后发现说不行，楼上还是好热哦，就去楼下了，哎。感谢大家，大家晚安。